好，各位请就坐。好，各位请就坐。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宣布开始开会。现在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各位请保持安静好吗？各位请就坐。立委第九届第一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二十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16日上午9:01至下午12:16。地点：本院今天的101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志扬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卢秀燕委员等26人。列席人员：教育部部长潘文忠率同有关人员，主席黄昭吉委员国书。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确定讨论事项：一、继续处理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两案；二、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12案。本日议程由委员吴志扬等11人提出质询，经教育部部长潘文忠及相关人员给予答复说明。另有委员许志杰、张烈万件之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决议：一、第二案报告及询导结束；二、第二案中第一案至第二案经主任动之提报院会；三、第二案除第一案至第五案及第七案另电子处理外，经主任动之提报院会；四、对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写相关机关于二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因此提案第一案照案通过，第二案及第三案修正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如果没有错误的话，我们就确定。报委员会今天的议程为继续并案审查，委员陈学圣等28人，委员许志杰等17人，委员黄国书等16人拟具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进行逐条审查。那目前来到现场有我们李立芬委员啊，谢谢，欢迎。然后我们教育部今天是由林次长代表来，谢谢。那我们今天是做逐条审查，虽然教育部没有版本进来，但基本上我们之前已经都做过沟通哦，所以部版跟我们委员的版本有很多精神相近的地方哦。那我们现在还有苏巧慧委员也来到现场，欢迎。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现在我们就确定议事录，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进行逐条审查。好，各位请就坐，谢谢。好，宣读条文是。好。那你就小声念，我们就这边进行开始，好不好？比照过去，好不好？哦，来。教保护人员条例草案，委员陈学圣等委员徐志杰等委员黄国书等提案第一条，为规范教保人员之资格、权利、管理及申诉评议等事项，提交教保护人员专业地位，特制定本条例。委员陈学圣等委员许志杰等委员黄国书等提案第二条，本条教育部这次有进步了，是在中央委有比照文化部吗？要比照，如果没有，教育部要被这砍预算砍很凶哦，好不好？委员陈学圣等委员许志杰等委员黄国书等提案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教保服务人员之幼儿教育来来来，我们教保服务人员，我只等你的版本进来了，我才开始审的。教育部之园长、教师、教保员及助理教保员。来第一条，那行，我来宣读啊。第一条，委员第一条我们差不多嘛，内容都一样。那第一条我先来，我先等提案第四条，幼儿园园长应同还是要宣读一下啊。各款资格一。据幼儿对啊，但是我逐条还是要审的、啊，逐条念啊。包括幼教那个。第一条，教育部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资源及托儿所担任教师或教保员5年以上。好，第一条没有问题，我来宣读一下。第一条，为规范教保服务人员之资格、权益、管理及申诉评议等事项，提升教保服务人员专业地位，特制定本条例。那包括陈学圣委员的版本、许志杰委员的版本跟黄国书委员的版本。我们是一样，那我们就第一条就条文就确定，好不好？我们要进行第二条条文，教育部看一下第二条。第二条教育部也没有意见，那我宣读一下哦。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教育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跨湖市为县跨湖市政府。那么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三个版本就照条文通过。好，第三条来，教育部看一下有没有意见。第三条没有意见哦，那我宣读一下。
本条例所称教保服务人员，指幼儿教育及照顾法括弧以下简称幼照法第二条第四款所定在幼儿园服务之园长、教师、教保员及助理教保员。那我们三个委员的版本也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就照条文通过。好，第四条。第一款锁定教保人员资格。第四条。好，举证子报。移一下第四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备查第一项第二款服务人之证明应有好，我们第四条来，那个黄国树委员有四条，保险及额外之劳工保险及保险免扣保证明文件，经应并均应经直辖市、县市。第四条的部分，教育部有两个意见哈。那么第一个意见的部分是在第一项的第二款。好，就第四啊，都一样，都一样，嘿。那教育部的意见呢，是这样子哈，前半部的部分大概跟各委员的都一样了，只有在后半部的部分，那我把全条文教育部的版本的部分念一下哈。在幼儿园括弧包括幼照法施行前之幼儿园及托儿所，幼稚园及托儿所括弧哈，这个都一样。担任教师或教保员，啊，这个都一样，后面加一个逗号，并实际服务满五年以上，啊，那么这是第一点的部分哈。那主要差异的部分就是，这边原来包含的黄委这边啊，有这个，哎，对对对，黄委就是五年那个负责人要五年以上的这个部分哈。不过因为负责人的部分未必是从事实际上教学的工作啦，啊，那比如说像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董事会的董事长、董事，那也不见得已经担任教学的一个工作哈。那这个部分，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认为啊，这个园长的部分应该还是要。担任实际教学的工作的这个部分，对。委员黄国胜等提案第五条，对他要适用这个资格啊，就是对教师总量需求。对，如果他本身就已经有教师跟幼儿园的这个相关资格，按这个规定，但是他不能够纯的那个负责。没有，我觉得你们每次都哈混淆视听，这个哈我上一届也提过一次哈，结果也被你们驳回了哈，因为你们有很多的理由了哈，但是我还要再弄清楚一件事情了哈。我们说的第四条啊，以黄委员的版本啊，是同时具备有下列各款资格，所以呢，同时具备，所以第一个，他已经有幼儿园教师跟教保员的资格；第二个，他的负责人呢，他有五年以上的经历。我现在说的是这两个同时兼具的情况之下，你有什么告诉我说不行？因为你现在跟我讲说有啊，我们现行条文里面他只要符合第一条就可以啦。可是问题实际的状况是没有啊。不然你告诉我，你们第四条，你们现行的条文所核准的负责人同时有相关资格之后，你们准予他做园长的，来有哪些例子？你跟我讲。以外的教育专业课程取得修毕实施之前教育证明书后。跟委员报告，目前第四条的第一项大概两个要件，第一个是他是老师或是教保员嘛，哈，那第二个是他有五年的经历，那这五年的经历是包含他是老师或教保员，所以如果一个负责人，现在如果是一个负责人，他已经有这两款的要件的话，那他就可以担任园长。那你跟我讲，你有统计资料，你告诉我，依照你这一条文，依照你现在的解释，来，你现在马上去把你们那个通过的那个赋予他园长，同时又兼具负责人，他的案子跟数据给我。报告委员哦，就是说以目前来看的话，要担任这样子的事情，他只要具有这两款要件，但是他担任这个园长之前，是不是担任负责人，原则上就不在我们统计范围。那也就是说嘛，所以组长你不要混淆视听啦。如果按照你的解释，我们不用修法，他们就可以有这样的具备这样的资格，他就可以申请。可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给我数据，因为我们从实务面看到的，他们跟我们申请的是你们一律都不准。所以你现在跟我可以我糊弄说没有统计的数据，这个数据不在你们统计的范围之内。问题是你们就是不理啊，也不准啊。委员，你说，好。
那再跟委员补充一下，就是说以目前哦，委员这边所提出来的其实是希望，如果一个负责人他具有幼教或幼保相关毕业的这个情形的话，当然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他要担任园长，我们期待他是有教学跟保育的经验，可是他在担任负责人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私立学校他的董事长一样，他其实董事长他也是不能当成是担任校长的一个职前年资的一个采集啊，因为他对外代表这个幼儿园，并不代表他需要去做他课程跟教学相关的领导。助理教导员王秀碧，国内高级中等学校幼儿保育相关学程。那个我再补充说明一下哈，这第一款跟第二款的部分是这样子的。第一款的部分就是说，他不管你有没有教学的年资了，而是你只要有幼儿园的老师或教保员的资格就可以了啊。那就是你本身就已经具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或者是这个幼保的这样的这个资格 ，OK， 你就可以担任这个园长，这是第一种。第二款的部分就是说，哦，你可能没有这个资格，但是你实际有担任这个教学的工作啊，你曾经担任过老师或者教保员啊，并实际满，他规定就你要年资要五年以上，那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对的。具备啊，你的这一条里面就是要同时具备啊。对，不是了，你们的解释跟你们条文的原来的字义是不一样的啊。跟各位委员报告了，我们现在跟黄委员的这个版本，我们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说，如果这个负责人他是在这五年内他拿到这个资格的话，因为他还没有累计满五年嘛，所以根据我们的版本就不行。但是如果他是这一些相关系所毕业的话，根据黄委员的版本就是可以，差就差在这里了。这个条文是他必须要都兼具哦，好，我要强调这个精神。就你只要有其中有一个没有就没有了，哦，所以全部都要具备。好，要具备哪些资格？一，你一定要有幼儿园教师或教保员资格，这个一定要，你没有就不用谈了。第二，哦，在教育部的版本是说要担任幼儿园的教师或教保员要五年以上，要五年，哦，好，那我的条文是说或，哦，这个五年以上就是说好，或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科系所毕业，就是你一定要这个毕业的这个相关科系毕业的负责人五年以上，就是说你没有实际从事教学，可是你有担任这个负责人，哦，但是你这个负责人哦，刚刚许组长提到就是说哦，私校的董事长是不是单向？我觉得那个情形不太一样。我在这里是说，这一个负责人他还是有一个条件的，是必须要幼儿保育相关科系所毕业的，你知道吗？还要有这个资格的呢，你知道吗？好，那我告诉你，你对不是我这里第二个条文是用或了，第二个条文是用或了，也就是说我这个条文是不，他有一定有的，因为这是五年，第二条文的精神是五年，我的这个条文主要的精神是要帮我们现在的幼儿园所有一些负责人，事实上他长期以来都在做这个事情，他也是有专业训练，他也是相关科系毕业的，只不过是他没有在担任幼儿园的教师，可是他是担任负责人，他只是没有实际教学，然后他想要来担任园长，在这个条文里头你剥夺了他的机会了，你剥夺了，这可惜了，我觉得可惜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条文里头我的这个版本是比较完整的，也就是说让具有这些什么经验啊，具有什么专业的的负责人，他们也有机会担任园长，就这个样子啦。所以你们教育部的那个精神我也保留，但是只是说负责人要来担任园长，哎呀，阿姨妈五年呀，五年呀，好不好？好来，院长就变成你还要兼具这个负责人五年以上，就多了一个条件呢。不是啊，但你从第一条就要改了，不，幼儿园园长应同时具备那个。他同时要具备啦，没有具备的话，他们更不可能同意呀。黑啦，不是我意思说，不是，哎，署长你不懂我意思，我现在跟你讲是说，
本来我们是为了第一项第二款，希望给有一些长期从事幼儿园工作的负责人开一条路出来，但现在你变成园长还要兼具这个条件才行。哎，没有啊，这个过啊，第二条是过，不，你从第一条就要改了，第一条就要改了，没有啦，三年内第一只要是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这个大家都有。没有，你一开始幼儿园园长应同时具备。同时啊，同时啊，对啊，他们同时啊。啊，你现在觉得你的问题是在第二款？对啊，第二款啊，第二款的。他只要到前面这里，他符合就可以。好、哦、啊，我这里是用货户的那边是货，是第二款的货、哦，所以第二款的条文你来看，你来调整一下。OK， 好。啊，或者说，哦，你条文第一行那边哈，调整那边哈，啊，就来后边这里、個、哦，货哦，完了，对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或者你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标点符号要怎么样去调整？因为它看起来，不然你就是前面那个教保员那边逗点，可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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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那再跟委员报告哈，因为第十条他这边提到园长要同时具备，第一个是资格嘛哈，资格是老师或者是教保员，这是资格的部分，所以任何人他具有这个资格是第一种嘛。第二种状况是年资，这边要采的年资是他有教学跟教保的经验的年资，所以。不应该他是负责人的年资啊，因为负责人并不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园长要是他要有课程跟教学的领导嘛？所以就取了年资是取，他应该是课程教学跟教保的年资，第三个才是受训练的。可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负责人如果具备这样的专业，为什么不行？你告诉我有什么理由不行？你告诉我一个理论跟论述啊。负责人他有爱心、有耐心，甚至有专业的训练的过程，他为什么不行呢、啊？你告诉我一个论述嘛，哪一个学者专家跟你讲说不行啊？那这个负责人也不是说练政治系。你跟我讲，你给我一个负面表列说不行的理由嘛？我其实刚刚其实在，而且刚刚你们提到了所谓的私立学校，很多的私立学校，国中小、高中职以上大专院校所谓的董监事会，那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董监事会。我问你嘛，以我们现行台湾的这些所谓幼托园所、私立的幼托园所，他们的规模可以比得上所谓的国中小、高中职跟大专院校吗？那你要用大规模的一个要求跟严格来约束了这些小规模小型的私立幼托园所，不合理吧？来，苏委员，然后先张廖委员，再苏委员。好，我想哈、哦，有关这一个第四条哈、哦，我们在争论哈、哦。第二个，因为三个条件都要有了，换句话说。一跟三都有了、哦、所以他的专业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第二个有争议的部分，刚才教育部这边的说明是说，一个是专业课程的，他如果有担任过幼教师跟教保员的这个教学资历，跟担任过负责人的行政资历，好像说哎、欸、有这个行政资历五年的话，他不见得会做专业一个课程的规划。我想这个会有一些争议的原因在于刚才那个委员提到的，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托儿所它其实是比较小规模的，不像那个大专院校，我们用董事长他那个非常的专业了哈。那现在就是说幼托整合之后，其实很多业者他也面临到一些经营上的困难。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修法上马上就这样重演的话，对，我觉得会反而会有一些压缩啦，就是说对这些存在它会有一些压缩。那对一些社区的这个托幼儿园来讲，其实它的经营困难，其实很可能那样子的一个困境会转嫁给学生的家长、幼童的家长。所以我觉得啦哦，我觉得这方面教育部如果反对，是不是有更积极的理由？那他而且这个第二条里面有规定哦，他当负责人，他不但要有这个幼教师、教保员的资格，又要受过幼儿园园长的专业训练，然后他至少有五年以上的这个这个负责人的行政的资历，我五年哦，不是说一上来马上就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再思考一下。来，苏小卫委员，来，苏委员，来，我们先请苏委员。目前还没有人站在教育部这边哦，你们很理亏哦，什么？
对，因为我知道说这个发言是要列入记录的，那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朝向好的方向对学生好嘛。那我其实是蛮赞同刚刚何新存，我其实赞成黄委员这个版本，好，我赞同黄委员这个版本再多一个路。那理由的话，除了刚刚新存说的这个学校幼稚园的学校和大专院校的规模不能比之外，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也是刚刚张廖说的，就是说，哎，我们其实要更有弹性一点。第三个，我觉得从实际的经验上来讲，我觉得幼儿园园长他到底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从我现在因为小孩自己在幼稚园的阶段，所以我可以看出来，其实园长要担负的行政工作其实是非常多的。他当然应该要有教学的资格、教学的经验，对教学能够理解，以至于去安排课程规划等等。但事实上，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园长，所以园长的行政工作其实是。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占甚至一半以上比例的状况，所以在这样子园长的好这个资格认定上面，我觉得刚刚第一款已经有要求资格了，第二款又要求年资了，那么在这个版本当中，其实都不会有最完美的状况啦。其实法条定了都不会有最完美的状况，但是如果在这个案例里面，在这个要求里面，把行政因为负责人有行政资历，所以我们开一条。路让他可以当园长这个工作，我是支持的。好，谢谢。等一下啊，事实上整个法案这条是最关键的，争议最大。我们现在请一位律师，吴律师来，吴大律师来。我想请问一下哈，原来园长的法定工作是什么？园长做什么？园长做什么？来回答做什么？啊，随时不会啊。来，麦克风。啊。园长基本上他总理整个园务嘛，然后做课程跟教学的领导啊，然后教保服的领导，对。那所以我们为什么当时在整个他的工作资历里面要去规定他要有几年的这个工作年资啊？好，这个我想这样子好了，因为当然大家是把实际的状况有讲出来啊。那我们假设以公司的角度来讲，园长大概是总经理啦，啊，负责人大概是董事长啊。那过去。这些我们所谓小型社区的这些幼稚园，其实那个负责人其实是校长兼创中啦，其实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啦，啊，其实是董事长兼总经理。那你现在是，当然你现在走一个新的制度，董事长、董事长、总经理、总经理，那你不能说他们以前没有总经理的能力，啊，那原来的负责人有没有什么要求？我问一下，原来的幼稚园的负责人。没有，我说法资格上有没有要求？负责人没有任何资格的限定，他出资者。另外，他对于一个幼儿园来讲，他就是一个代表人，设立登记名义的代表人。好，那我想这个就是重点。原来的就是说，如果纯粹董事长、总经理制，那个时候概念下的董事长是只要出资了啊。那过去的其实是这个负责人其实是。也有管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幼儿园的园务哈，所以他其实是不是单纯出资而已，他是实际经营者啊，实际经营者。那这里我觉得，如果这里完全没有限制说啊，我只要有钱我就可以做园长，我想不行。这里他特别有设啊，他还是要相关科系毕业啊。我想从那个科系毕业，然后他又实际经营这个。幼儿园的你不能说他在这方面的资历是不够的啊，我是觉得说原来他是总经理兼董事长，你不能说因为你现在才两个制度去了以后，他只能做董事长，永远不能再做总经理啊。我想这个就这个原因啦，但是你那文字可能我建议啦，前面五年第二款哈，就是你就是任教五年。好，或者是担任什么什么，而且具这些科系毕业的负责人五年以上，你可能这样讲比较清楚，就是五年前面的那一段叙述也写五年，后面这一段叙述也写五年了。我想我特别跟教育部再提醒了哈，教育部的立场我大概可以理解了哈，但是所谓的这个负责人也不是随随便便了，我当负责人我就可以嘞，还要有相关科系呢。对不对？你相关科系这很严谨的、啊，不是像我们另外有的政治系、有的新闻系的都不行，拍谁？一定要这个相关科系，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科系哦。
而且不只要这样，要具有幼儿园教师，在第一款的时候，又具有幼儿园教师或教保员资格，哎，对啊，都给你，还掏钱，还都给你喊两这个资格啊，所以教育部不能再用那个角度讲，啊，负责人他只要有钱就可以，不行的，不行的，还要五年呢，还够做五年呢，这个还不够严谨吗？我们请市长讲话，这还不够严谨吗？好，谢谢各位，从上一届升到这一届，谢谢各位，好，谢谢。嗯，谢谢各位文的指教，各位文的意见的部分我们尊重哈。那确实呢，那个负责人会有两种了，一种的部分是完全出资的哈，他根本没有从事教育工作，他当然不能够担任园长嘛。但是如果他是负责人本身又是符合第一款啊，他要有幼儿园的教师或是教保员的资格，然后呢还要再从事服务负责人五年以上，那应该可以认定他具有教学领导。对对对，相关科技别，对对 ，OK。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基本上是可以放宽的哈。那我具体的建议，这样是不是可以用黄国书委员的版本，但是再做修正呢、啊？修正的部分是这样子，刚刚委员也提到了哈，就是那个前面哈，在幼儿园啊那个括弧我就不念了，担任教师顿号教保员，在获得前面加一个逗号，啊，逗号或啊这两个把它分开来，一个是前面是担任教师教保员，后面是担任负责人的嘛哈，逗号或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科系所毕业之负责人。逗号，并实际服务满五年以上。好，那也就是说，包含前第二款的前半段的教师教保员，还有后半段的负责人，他都要实际五年以上的这个部分。好，这样文字上的修正，以上建议，谢谢。各位没有问题哦，先想好哦。那个如果有幼教系来抗争的时候，要打死不退哦，你们不要先讲好哦。对了，好，先讲，先讲在前面哦。谢谢主席啊，我跟。陈学圣招委上一届提出这条的时候，是被所有大专院校的所有幼教系的教授、学者、专家们在网络上啊，哈，每个哈拍了头卡 啊，但是我们要坚持啊。因为这个已经也是幼教系相关科系毕业了嘛。没有。你不知道这个危险哦。你不知道啊？我们教育部会去动员哦。好，今天这几个委员啊，你们都绑在一起啊，不要跑掉啊！哈，那我要宣读了。好，那确定条文，我现在宣读一下啊。那个第四条，回到第四，还有第四条，那个次长还有一个建议修正部分。第四条后面还有最后一项，最后一项只是大概删除几个字的啊，因为那个幼教法那个第五十六条第二项第一款那个后面已经公布了嘛。哦、所以我们把那个后面那一段后面最后一项的部分把那个中华民国瓜圈年圈月圈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一直到这几个字删除。好 OK 好这只是法律条例修正好来那我现在宣读一下、哦、好有没有后悔的哈高露好你要加入是好来好今天这个委员照片把它拍好啊、哦那 我只是做一个修正啦，它主要的是哈，在第四条有一个是，是要按照什么代理期间的那一个部分100几、啊，有没有？那个部分直接把那条文写上去的啦。我建议是这样子，就是直接就是代理期间符合专科以上学校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学院系所学程，因为它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的，就是冗长，直接把那个条文就写上去了。他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用第一款、啊。对。直接拟进来了，不然这样子也是，对啊，就要修就一并把它弄得比较好看一点啊。啊？没有，这个字没有很多啊。这字没有很多，跟原本的比原本的还少呢。就是第四条的代理年资的第二有没有代理期间符合专科以上学校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学院系所学位学程科毕业或取得其辅系证书资格有没有？这样子改就好了，嘿。然后下面这一段的教保人员的服务年资也是啊，任职期间的第一个任职期间也是这样子改。
跟委员报告，我们建议还是维持就是刚刚的文字。为什么？因为是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专业人员资格训练办法，它经过好几次的修正。那我目前抓出来的是2019年6月29号这一版的时候，这样子的伙伴，他其实是可以在这些机构去服务的。可是后面呢，这个训练办法其实他又修过了。修过之后，它是不同的一个资格，所以反而我们写清楚，对于这些人在现场执行的时候，比较不会产生权益上的争议。对啦，因为你那个第三条第一款就是长那个样子啊。第三条的第一款。第三条。不会啦，因为你这样子，你这一段文字其实跟它第一款这实际的文字是同一个意思嘛，所以我。对，我是让他这个看起来更清楚，而不是要去再联动去看那一条多复杂。对啊，直接写上去就好啦。你的法条这样子不是更明确吗？好，那教育部来修正个条文，你把它打出来好不好？我们就在这边处理，好不好？刚刚第二款那个有打的吗？有哈、打好没有？那我现在宣读一下第四条，幼儿园园长应同时具备下列各款资格：一、具幼儿园教师或教保员资格；二、在幼儿园跨户包括幼造法施行前之幼稚园及托儿所担任教师、教保员或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科系所毕业之负责人，并实际服务满五年。有没有写错？写错了吧？
OK， 好 ，OK， 好。我这 OK 好。三，经直辖市、县、跨无市主管机关自行或委托设有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科系所学位学程之专科以上学校办理之幼儿园园长专业训练及格，符合下列各款条件之一者，得采计为前项第二款之服务年资：一、幼造法施行前服务于幼稚园，同时符合下列各目资格之代理教师之代理年资：一、大学以上学历；二、代理期间具专科以上学校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学院系所学位学程科毕业或取得其辅系证书者；三、其代理报经直辖市、县、跨湖市主管机关备查，且代理期间连续达三个月以上者；二、幼造法施行前服务于依儿童及少年服务法设立之托婴中心，同时符合下列各目资格之教保人员之服务年资：括弧一、任职期间具专科以上学校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学院系所学位学程科毕业或取得其辅系证书者；括弧二、其任职报经直辖市、县、括弧市主管机关备查，第一项第二款服务年资证明应由服务之幼儿园开立，获得减负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核发之劳工保险被保险人投保证明文件，并均应经直辖市、县、跨湖市主管机关确认其服务事项。第一项第三款专业训练其受训资格、课程时数、费用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直辖市、县、跨湖市、乡、跨湖镇市及直辖市三地原住民区之公立幼儿园园长，除依幼造法第五十六条第二项第一款规定由公立托儿所所长转换取得资格者，仍依公务人员任用法之相关法令与原机构任用外，应由公立幼儿园现职教师担任。好，没有意见哦。好，不能好。有刚。你再把它跳回去，刚那个第是吗？第二款那个，我再看一下第二款那个，那个第二款了、哦、对，服务满，对啊，幼儿园并服务并实际服务满五年。教师教保员或对对对。教保员啊，对，或幼儿教育并实际服务满五年。好，刚刚那个是并实际服务满五年以上啊。哦，这个法案最关键就是这个条文，好不好？那其他都还算共识度比较高一点。好了，可以了。好，可以了。好，各位哦，都通过，全数通过哦，不要有人绕跑、啊，先讲啊。好，我们通过，来第五条，来。一直强调。共同承担，大家共同承担了。第五条，教育部没意见。好，好，第五条，教育部没有意见，我来宣读一下。第五条，中央主管机关应依幼儿园教师总量需求，兼采职前培育及在职进修方式，适量培育。幼儿园教师培育及资格之取得，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依师资培育法规定办理。教师资格于师资培育法相关规定未修正前，适用幼稚园教师资格之规定。国内大学设有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学系，并依第六条第二项规定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者，得依师资培育法及相关规定申请认可为师资培育相关学系培育幼儿园教师。曾于依第六条第二项规定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国内专科以上学校设有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系所学位学程科辅系学分学程（括弧以下简称教保相关系科）修毕幼儿园教保专业职能课程者，于师资培育法所定师资培育之大学（括弧以下简称师资培育之大学）修毕幼儿园师资职前教育课程中教保专业职能课程以外之教育专业课程取得修毕师资职前教育证明书后，具参加幼儿园教师资格检定之资格，
幼儿园教师师资培育相关学习之认可、师资职前教育课程内容及教师资格检定方式，应符合幼儿园教保服务之专业需求。好，我们现在第二条通过，我们现在第七条，第六条。第六条的部分，教育部有两个修正意见，分别是第一项跟第四项。那首先说明第一项的部分哈，建立文字哈，文字为了更精确起见哈，因为三位委员等提案的版本都是一样的哈。那教育部建立我们的文字修正是这样子哈，第六条，幼儿园教保员应修毕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教保相关系科之幼儿园教保专业职能课程，到目前都一样啊。然后后面加几个字，且取得毕业证书，也就是他要有这个专业那个专业职能课程，后面加几个取且他有这个课程，但是他没有不见得取得毕业证书，所以我们建议加几个字，且取得啊毕业证书哈。然后呢，获得前面加。获得部分加一个逗号，或之前加一个逗号，后面一段，后面的部分也是一样的，或但是获得部分哈，再加两个字，或具备，啊，或具备，啊，对，国外专科啊，其他都一样了，专科以上学历幼儿园，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系所学位学程科，那后面再修正文字哈，后面的文字再修正哈，科的后面哈。毕业证书，啊，然后加一个逗号，并取得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修毕幼儿园教保专业职能课程证明书。啊，就是前面的是毕业证书，然后后面的部分是取得幼儿园的教保专业职能，就是前面一个是那个毕业证书，就是专业职能课程。后面的部分是幼教保专业职能的课程证明书，好，那这两个，对对对，对，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外的，不是啊，你那个第六条本来，他那个获最后并取得毕业证书前面的逗点，这本来就包括了啊，为什么要写两次？本来有改，他前后都改了。不是，他前面是说要并取得毕业证书，对吧？不，他现在国内跟国外都改了，国外还又加了一个毕业证书，国内的部分还有一个证资格。对，国内的部分是要取得毕业证书啦，那国外的部分取得毕业证书以外，哈，还要取得修毕幼儿园教保专业职能课程证明书。为什么？对，为什么？这样说明一下，为什么？好，那跟委员报告哦，因为在前半段的那个国内的部分，我们其实教保系科是经过审认的，所以它要变成教保系科就已经具有32个学分是没有问题的。那国外因为它这个科系并不需要经过国内审认，所以任何一个教保员他在国外上过这些课，是不是他的内容是符合国内32个学分，回来还要再看一下，所以才会说，如果我们认为他也是了。最后会给他一张叫做修毕幼儿园的这个教保专业职能学分证明书，那以来认定是不是符合，对对对一下是不是符合32学分，这样子前后就会一致。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不确定他在国外是不是有修过相当的这些学分，再补一下嘛，再补一下。对，我是写在后面啦，弄下啦，三个版本弄下。弄下，啊，我写后面，咱我会记遐长。把那个后面黄委员写的那一段的部分，把它移到前面去。资格的部分就资格的跟证书的部分一致性规定了、啊。黄委员跟徐委员都有了，只是你们字句的调整而已啦。好啦，啊，我来那给加等，我来写给大家给加等。是长什么？是多长什么东西上来？那第四项的部分就可以精简文字了哈。第四项的部分我念一遍哈，我们建议版本文字，就是第一项持国外专科以上学历者。申请修毕幼儿园教保专业职能课程证明书，应检附之文件、资格认定基准、收费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就是这个部分文字。我改一下，我改一下就改了，好了。好，各位有意见？好，没意见就把他等于是内容调整过了。哎、欸，啊，国内，哎、欸，我有加国内那个哦，非相关科系哦。国内非
国内专科以上非相关科系的，啊，这个有没有处理？没啦，那教育的版本，那恁的版本没处理到这项啦。国内专科以上啦，非相关科系所，可不可以啦？但是他们毕业以后，他们去修毕幼儿园教保专业知识课程，取得修毕教保专业知识课程的证明书者，这个部分。啊？有啊，这个部分啦，我也有啊。我有啊，你甲看卖咧，来，国内哦，国内专科的，你看，我伫遮，你甲看一下咧，这个部分，学生的是国外，写到国外嘛吼，好，你甲看，对吧？学生没有，我看，前向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教育，有啦，以上学校专科，哦，非本科系的啦，就本科系的是黄国书版本，只有我的这个版本有提到，嘿啦，提到。非国内专科以上非相关科系所毕业者了，他毕业以后，我们有另外一个适配的体系啊，教保啊，是有非本科系的有啊。对，这个，请看，来徐主任，你讲起来，他已经有了。跟委员报告，就目前来讲，我们原则上就是有教保相关系科的认定嘛，哈。那当时在幼托整合之前，托儿所确实是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在职专班，但是在整合之后，大家认为说，其实走向学制内的培育，应该是对于品质的保证比较有保障了哈。那我请同仁也调一下，以目前我们教保系科一年其实培育出来的，目前3000多，他们告诉我105学年度，其实将近有7000多教保员的毕业培育量。那我们在大学里面其实就已经有这么多的教保员，而且他们是从大学的养成出来的，那我们还需要再去增加那些在职专班进来，好像似乎是因为目前来讲其实也少子女化嘛，市场的需求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大，那是不是应该让多一点这样子养成制度体下出来的教保员进到职场来工作，而不是我们再用短期的训练班来培养、那这个也是当时幼托整合所有委员其实期待我们改变的啦，所以我跟各位讲哦、啊、这个我没有坚持啊，不，这个问题哦，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哦，它有点像护理师的状况一样，我们每年培养的护理师人数绝对超过医院需求，但是在职场的人数总是不够，所以后来就说那是不是要开另外一条道路出来，让他们去培训。那现在国教署这边有反对，因为包括这些幼儿园的经营都希望说他能不能在培训过程当中就能够还进入职场，就开始在做一个协助的一个人力，所以还不只是黄国书委员所提到这么单纯哦，还希望他在培训过程当中就可以，包括有些人比如说他40岁了，他也希望说我有带过孩子的经验，那我现在想重新回职场，那我就进入这一个，这也是另外一种补充能力，所以跟国教署讲的是不太一样，所以请各位多思考这个议题，黄国委员提的，我想说给大家多了解一下那个背景状况。对，这个是有用意的啦，这个用意是不是大家来讨论，但是教育部会把它理解成那个角度来看啦，所以这很容易会误导了，当然我的用意不是那个样子啦、那这个要不要放，是不是大家讨论一下。我是建议啦，教育部老是站在那个，我就是，而且他那个框框自己设定一个框框，自己要培训多少人，未来会有多少师资，其实未来社会就是多元，以前就输一年科10几个，现在一年科200-300个，就是你就有1000个，你就是有那个资格，你就有那个资格，你要你有兴趣的入来，让大家有一个多元选择的机会。哎呀，我是感觉安尼开始方向开始正确个。来，招委，我也赞成哦，多元化的一个培育，应该是这样子讲了哈。刚刚招委提到的是护理师了哦，那我们也有想到那个社区保姆哦，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那个非所谓的幼托相关科系的一个专业人士。那他们呢愿意呢，因为有耐心有爱心，甚至有实际上的一个生活经济上的一个需求，他们愿意进入这样子一个职场。所以呢我们现在国内呢对于保姆的养成也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培训过程，那有达到那个标准，而且呢有通过考试，他
取得保姆执照。那相对的，我们在幼托园所里面，刚刚有提到，虽然我们每年呢，专业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科系培养了很多的毕业生，可是这些毕业生取得证照之后，不见得是进入这一个幼教的职场里面。那相反的，在我们现行实际上有很多呢，是属于在这个幼托相关的延伸性的一个工作的一些人哦，他们是有耐心、有爱心，甚至有意愿去从事这个相关的一个工作。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开放这样子一个专业的培训过程，让他们取得认证跟专业技能的话，那他们永远没有门可以进了哦。所以我是请各位委员能够多思考这个多元性啊哈。其实不是在于这个规范，而是说在很多人只要具有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一个知识，还有呢专业的一个证照之后，他同样有进入职场的一个选择。李委员，对于这一点哈，可能要请教我们教育部，就是说，如果他是非专科相关人员，可是我们只是靠所谓的那个资能的32学分，是不是可以来补足？其实这个学校可能他是用4年的一个教育的时间，可以达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职能。我不知道说这个部分，我们教育部。你们觉得怎样？就是说，如果是32学分，可是他就可以来取代4年的一个养成的一个计划，所以养成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部分确实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第二个部分，我会觉得说，大家都讨论到说现在的毕业生不进入职场，我会觉得，与其去讨论说我们能够多元的让更多人进入这个职场，可是我就应该根本去讨论，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职场我们的。受够专业训练的人不愿意进去，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工作职场有很多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如果我们国家花了这么多的一个经费，然后养成了一个4年来养成这样一个专业人员，可是到就是因为这个职场的一个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让这些人才流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损失啦。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再斟酌，因为过去在社工师这边可能也会有说，因为一开始的人力不足，所以开放用学分的一个方式，后来这个也都一直在限缩当中。对，因为人数够还是这样，这个的规这样的资格都一直往比较是严格的一个方向走，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部分要开放，我觉得可能还要再审慎一点。好，谢谢。我有一个建议啊，第6条条文是不是先不要讨论？因为这条条文非常重要啊，我也不能害大家，所以我们先往后面走。这一次不见得这个条文要通过，但这个条文要大家审思。我只说先抛这一题，讲它背后的因素给大家看。一个从思维体系，一个是现场人力的那个补足，但是这个后面的争议非常大，甚至通过以后很多人都会受伤。所以我说大家先想，那我们第6条先跳过，我们先写第7条，好不好？我跟大家先建议，大家可以先去细思一下，好不好？好，我们第6条先暂搁，我们先审第7条，好不好？第7条，好，第7条，教育部门意见。好，第7条，那就照条文通过，好不好？好，来，好，第8条，第8条都一样，教育部门意见。好，第8条就照原条文通过。好，第9条，第8条我有提一个第8条之一的修正动议。来，对。好，对，不好意思，就是这个部分，我们既然是在讲幼保人员的那个相关的一个权益嘛，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第8条之一是不是可以放进去一个条文，就是会希望各级主管机关跟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宣导鼓励教保人员可以组织工会。那如果有工会担任相关职务的话，应该不能够受到不利的一个对待。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现行实务上面，其实有一些教保人员，他们有在组一些工会了，可是也因为有很多教保人员担心说，他们可能因为去参加工会担任一些职务，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出现一些不利，可能会怕幼儿园相关的有一些对他们有一些不好的一个待遇情形的出现，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在这边能够加进来，然后也是一个宣示性的鼓励性的一个条文啦，因为只是鼓励县市政府来鼓励教保人员组工会，然后也是确保说他们组工会这件事情不会受到相关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待遇。好，所以它不是一个强制性一个条文，是一个鼓励性的。看看
哎，各位，我补充，谢谢刚刚李委员的一个提案哈。那我大概是几个意见了哈。第一个的部分的话哈，目前如果没有入法，把那个工会的鼓励或者是包含应该宣导的这个部分入法的部分，事实上包含的教保人员或者是幼儿园教师本来就可以依照工会劳动三法里面，他本来就可以组工会了，所以不一定要立在这里面了哈。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的部分哈，对照相关法规，包含我们现在的教师法里面。有没有特别去提说哦，教师可以去组工会这件事情啊？所以，从这个法条提议的一致性来讲，不一定要特别，一定要在这个幼教法里面特别去把这个应该宣导，对的，本来就可以，对，可以。那第三个部分跟李委员所关心说宣导跟鼓励的这个部分，这是行政的作为啦。那当然我们也鼓励行政作为可以做处理，但是不一定要做入法了。以上这三点意见，谢谢。那个劳动部也有在现场，是不是要先做个说明？劳动部，来，劳动部。不，他先就背景做一个说明。刚劳动部的同仁长，来，你来这边说明一下，把这个，因为这个有是，有委员提的不同版本，也有在12条，也有在13条，好，我们做个说明，好不好？就针对这个提案的部分嘛，哈，工对劳工权益是整体做个说明。是。我跟主席还有跟各位委员哦做一下报告，有关于这个工会法的部分，站在我们劳动主管机关的立场，我们会希望说能够来鼓励我们相关的劳工朋友来加入工会。但是呢，想跟各位做报告，至于说譬如说提到里面有关于这个不当待遇啦，因为希望不要因为他组织工会或参加活动来拒绝解聘有其他不利的待遇的部分哦，事实上在我们劳资争议处理法或者是工会法不当其实都已经有明确更明确精准的规范，而这样子的文字可能精准度可能还不够到位。简单做以上报告。不好意思，讲得很老实，他怕我们委员定了以后反而还有疏漏到，好不好？我们照劳动部的建议，好不好？那应该怎么修？对，其实我们都已经有很明确，就照劳动基准法相关规定办理就好了嘛，好不好？哦，李委员的用意就心领了，是吧？就是说，对对对，这个好，好，那我们能不能保留第一项呢？因为其实确实现在在实务上的教保人员，他们会觉得说还要去翻其他的三法，我们能不能就在这里面有一个宣示性的一个条文，就是我们各级主管机关，就是说他应该要鼓励、要宣导大家来组工会这样一件事情，他就是一个鼓励性的、宣示性的一个条文。对，我。是跟委员做一下报告哦，能够谢谢委员能够支持我们积极推动劳工能够在劳动三权里面组织工会等等，或者不管是争议权或团结权方面，事实上也是我们长期在推动的一个目标。但是在这个条文里面，想特别跟委员报告的是，因为它的位阶是一个法律的位阶哦，事实上在一个法律位阶这样的文字，可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明确规范呐。我是建议在立法书里面加一个。是。是，对对对，是，但是谢谢委员的支持，谢谢。就是说，我们还是在强调他们对于自己的权益的一个保障，他们是也可以透过工会的方式来争取的。来，对不起，我帮你。我可不可以请劳动部啊？哈，刚刚赵伟的建议就是说，在立法说明里面了哈，把它写上。那可不可以请你写一段文字，把相关的这个劳动权益的一个精准的字句，你把你一个草稿出来，我们列在这一条的这个立法说明里面，好不好？这样好不好？好，对了，把他的精神兼顾了，好不好？把他的精神纳入说明了。好，我赞成了，我赞成这个讲法。好，好，来高路委员，我的修正动议有在第11、12、13，我看到对对对，都是相关的哦。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教保人的权益哦，是希望就是是由教保人的这个推动审议小组哦，来主导这个劳资双方的协商。这个是在第11条，还没到，还没到吗？没有没有，因为我的条次有改，还没到那个地方，还没到，我们待会到那边再处理，好不好？还没到吗？哦。那个第8条刚刚提到那个借聘两个字再放进去吗？需要吗？还是不用？这样就好了。好，那我们第8条就照我们三个委员的版本通过，好不好？好，第8条通过。好，第9条，第9条教育部。好，第9条教育部的意见是前面的各项的部分都没意见，大概是最后一项啊，陈水胜陈委员这边的一个最后一项哈，
这边提到第一项第三款教保员助理教保员之签调应与教师借聘与每年同时程办理哈，那这个部分的这一项的部分我们建议是删除了哈。那么理由是两个了哈，第一个的部分的话，因为这个教保员的这个办理签调借聘的部分的话，他也会根据教保，因为教保员的这个期程会去规划去做一个办理，不一定要跟那个教师的那个部分是绑在一起的。啊，因为教师有高中职教师、国中教师，还有国小教师，他也都分期程序在办理，所以你把他绑在是绑在高中职，绑在国中，还绑在国小，可能就不知道怕你们不重视了。对，不会啊。第二个的部分，既然我们法条已经列入说可以来做这个啊教保员的这个助理教保员的借聘，这个算是比较这个重要的，取得到这个借聘的这个法源的一个依据，那这个部分就会在前面一项啊，就是倒数的第二项里面有关这个什么这个什么相关的一个办法的部分，就会在这边主管机关定之，就会在那里面做一个定。以上说明，谢谢。我那个主席，来，我本来支持赵伟的这个修正了哈，我觉得教保员他们既然是公立，他们也应该有这个合法的这个升哈调迁的权利了哈。那我想如果说我们在这一次的修法里面没有把它列入，刚才那个次长的说明我原则上是可以接受，那是不是这个迁调的办法在我们的这个立法的这一条里面也做一个说明，就是说我们你说现在已经定到一半了嘛，是不是？哎，像哈，就是刚删掉以后的最后一项啊，这边就有提到的哈，待遇迁调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就把迁调里面就会在这里面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就会定了。那目前我们就会依照这个取得到法源的依据之后，教育部就会定这个相关的一个办法。謝謝，好，了解。好，那迁调是不是每年办？我的意思哦，我有小人之心啦、啊，我是不是不要把我那个最后一项最后一款删掉？就是说第一项第三款教保员助理教保员之迁调应比照教师借聘办理。哎，我怕你们万一就说、啊、那不是我的事，不会哦，把定你放心哦，不会不会，这个部分委员倒是可以，包含在立法说明里面可以再去把这个部分强调了，可以吗？好，大家都听到了，来，我们这边是人事行政总说，来，不好意思，委员还有个。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其实人事行政总处这边代表发言，我们是针对各位委员所提的第九条的第一项的第一款，还有第九条的第二款里面有待遇及福利这四个字，我们建议就是把它拉到后面，就是待遇及福利事项依行政院规定办理这个部分。那这个主要的一个理由是在于说，因为现就是教师法第二十条规定，教师之待遇定于法律定之。那大家也知道，就是教师待遇条已经在104年12月27号已经施行在案。那另外，教师法第36条也有规定，本法各相关条文之规定，于公立幼儿园的专任教师准用之。也就是说，依照教师法的意旨，公立幼儿园的教师的待遇应准用教师待遇条例的相关规定啊、哦，那其实行政院在去年，104年2月4号已经通函各机关，为了维持整体给予制度的一个衡评，目前各机关以非属待遇法制的行政作用法所规定的一个资给依据，应该由相关主管机关适时的配合检讨修正。所以在去年其实我们有函给教育部，就是有关幼儿园园长的待遇应该要重新去做检讨，那当然重新检讨现行幼照法25条条文的适当性，在教师待遇条例里面纳入一个条文的规范。那我们有考量，就是说目前教师待遇条例还没修正之前，这个把它纳进来是一个就是因为法制不被前的一个权益措施，所以本总处原则尊重。不过我们考量就是教师待遇条例目前法制上在第13条至第16条还有第20条有规定教师的待遇及福利由行政院核定，所以我们具体建议就是将他的待遇还有福利事项往后拉，也就是说待遇及福利事项依行政院规定办理。那以上跟委员说明，谢谢。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第一款跟第二款这边讲到都是准用到相关的职级的一个情形哦。那比如说园长他准用到校长的部分，老师准用到老师。那像现在刚刚我们人事行政总处所说的那些规定里面，应该不会去提到幼儿园的园长要去准用到校长这样子的部分。所以如果说把它整体变成依照行政院的规定，会不会让我们原来希望他比照校长的这个部分反而不见了？以上。没有关系啦，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大争议了，好不好？来高路考，好不好？大家不太敢逾越法令，来高路委员，来。哦，会有这个顾虑哦，不会的，会不会？我是比较支持招委的版本哦，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既然都说可以签掉的话，就把这个规定就写在上面，也明定这个时程，这样子反而在法律上能够比较安定，好，我们这个有关于教保员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的问题啊。那因为这个委员的版本是只有写到待遇跟福利，要不要直接把签掉也写上去，在这个第一的第三款，对对对，第二款啊，第二款。第二款这个部分就是待遇、退休、抚恤、保险、福利，再加上签掉这样子。里面就有签掉了，有签掉借聘了，签掉借聘是。哦，那在最后一项是不是时程也把它定下呢？就是把它明确化，对啊。对啊，明确化，我也希望。会不会有困难？我知道是罪字啊，但是心理上看过以后，就我们委员都有功劳啊，对不对？来，徐志杰委员，你教师戒聘不是每年都要办吗？没有，现在没有办了。那教师有了，我是说对啊，教师啊，啊顺便办有差很多吗？业务有差很多吗？跟委员报告，教保员的签调部分会因为委员这边提案，然后在第四项里面就有法员了，那教育部就会订我们教保公立幼儿园里面教保员跟助理教保员他们签调的相关规定。那签调依照以前现在我们在做国民中小学老师的部分，一定是教育部也会弄一个平台，那让县市政府轮流来进行相关的实务运作。那如果把这个时程要写到跟老师在一起，他们运作上也许有一些困境，但是对于所有教保员希望有签调这件事情，行政部门都充分的理解，我目前其实也在规划相关的运作，所以建议说可不可以第五项不要列，那我们一定也会按照委员这边所指教的意见来进行相关的实务作业。你看大家都不信任你们，你看来徐委员，不是不信任啊，我是觉得你从行政的观点，啊，你本来就要做国中国小啊，对吧？啊，你的教保选选择有给做麻烦吗？啊，你要独立再去做的话，是不是更麻烦？分开了，高中也都分开了。对，跟委徐委报告一下，因为那个对象是不一样，缺额一定是不一样，我知道。对对对，一个县市来讲，他会有高中的迁调借聘，国中的借聘，国小的借聘，甚至有些局那个县市政府的不同承办科。对。对，所以基本上都分开个别办理，资格不一样。有啊，钟嘉宾副县长想讲话，对，他很有经验，对不对？啊、那你们是每年什么时候会办？通常每一年大概五月份开始，啊，五月份开始，对。我请教一下，如果今天我们这个教保服务人员条例通过以后，借聘什么时候会开始？今年可以吗？来不及了。今年没有，就是明年的五月。明年五月是好，那大家就可以去宣布、哦、那个教保服务人员明年五月开始可以借聘，好不好？都算大家的功劳，好，记得啊、哦，好，先讲好啊、哦。好。好不好？先讲好啊，那好了，有确定啊，有明年五月确定，明年五月、啊、你们都可以回去脸书上都宣布了哈。我们的那个如果修正的话，我们的办法的部分在半年内要定出来啊，所以明年就可以试用了。好，我们都公开讲好啊，明年委员都还在，你放心。明年五月就可以签掉了啦哈。好，那第九条我们修正，我来念一下修正条文。哎，人事行政总处还有意见吗？就是刚刚那几个文，大家都不赞成啊，就照那个教育部的好不好？这样就好了，你表达过就好了，没关系，好不好？来第九条。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之权益及管理事项，除依幼照法第25条及第57条规定办理外，公立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并应依下列规定办理：一、直辖市、县、划、无市、乡、
括弧镇市及直辖市三地原住民区设立之公立幼儿园专任园长，其考核、解聘、停聘或不续聘待遇、退休抚恤、保险、福利及救济事项，准用公立国民小学校长之规定。二、公立幼儿园编制内有几职专任之教师，其考核、聘任、解聘、停聘或不续聘、迁调、借聘、待遇、退休抚恤、保险、福利及救济事项，准用公立国民小学教师之规定。三、依劳动基准法相关规定，以契约禁用之教保员、助理教保员，其权利义务于契约明定。前项第一款公立幼儿园专任园长之遴选、聘任、聘期等相关事项之自治法规，由直辖市、县、跨湖市主管机关定之。公立学校就其附设幼儿园至专任主任者，其主任应具备幼儿园教师资格，其任期应于前项自治法规定之第一项第三款教保员、助理教保员之禁用程序、考核待遇、迁调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好，我们就照修正条文通过。那个主席，来，中文委员，这个算是程序是询问了哈，因为我看到哈，因为可能应该在第三条就要来探讨，我们用幼照法这个简称呐。因为一般立法的条例哈，我们本条例我们会简称本条例，但是在本条例内文提到其他法条的时候，其他法律的时候啊，我们通常都是用全称。那因为我知道幼儿照顾及教育法弱弱等啊，所以可能为了立法前面有讲了就那现在确定前面有讲过嘛，对不对？对对对，以后都第三点我知道有简称，对 对, 对，那确定。确定立法例上用简称可以吗？有确认过吗？有啊，在本条例里面就有。我知道，我说我们条文有规定说可以用简称啊哈。那我只是要再确认一下，这样的立法的方式，就是为了全条文通条查幼照法，我们提了好几次，我只是询问了哈。刚刚立法例上，我们在本条例里面去规范别的条文是用简称这个立法例，允当吗？可以是吧？可以。在。好，我们在本条例第三条有结束 ，OK。好 ，OK， 对对，好，谢谢中委员的提醒。好，我们第十条。第十条的部分，因为三个提案都一样哈，所以教育部没意见。好，第十条，来第十条，第十条劳动部有意见来。好，主席，各位，那劳动部在这边的话，针对第十条，其实条文没有意见，就是条文那说明的部分哈，说明的第二各委员的第二点的部分，提到是说最后那边哈，那个财团法人的部分，私立财团已经完成财团法人登记的私立幼儿园这个部分，他原来已经有准用教师法的那一块，让他继续。依教师法相关规定办理。那个最后一句的那个不适用劳动基准法，是不是可以做删除？因为劳基法在1998年的1月1号已经指定那个财团法人的那个幼儿园是适用劳基法的。那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担心说这样的话，因为当时我们在跟教育部在联系的时候，有发现说，虽然当时有讲说准用那个教师法，可是大概都没有人依照教师法那边去做退补的那个提拨。那所以在后来我们就决定说要把他这个财团法案这个部分适用劳基法。那这几年呢下来，他们已经也照劳基法劳退条例的那个薪资在提拨那个6%。如果这边再把它变成是一个不适用劳基法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他会把它停掉那个提拨，反而会影响他的权益。那当然，如果之前他已经有照那个来提拨的人的话，也照那个退抚来走的话，大概那个就是那时候有准用下去。可是看起来好像那时候我们联系是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担心会有一些权益上影响。就是说明的最后一句呢，建议删除。好，我们就照劳动部的意见删除，好不好？好，第十条，好，那第删除那个不是说明栏里面的。第二项的不适用劳基法，最后一句话不适用劳基法。对 ，OK。OK， 好，那第十条我们就照三个委员的部分办。没，你要在第十二条才会处理那个审议的，那个权益推动审议。可是它联动在第十条的有关于就是本来是由主管机关。地方的主管机关，然后代表劳资双方组织协商嘛。那我的修正动议是在第十一条，因为我们既然有这个推动审议小组，希望就是主导权是由这个推动审议小组来邀集劳资双方协商啦。
那你第十三条才有那个权益推动审议小组的成立、啊、对对对的组成，有点顺序有点争议。我那我们先优先处理这个教保人员权益的这一块，审议小组。我本来是要放在十二条处理的，但是你现在又。主席，不好意思，因为刚刚高路特别提到哈，其实我想说那个所谓的小组的一个成，因为你那进劳基法之后，劳资双方协议哈，我会建议这个小组来对的主管机关代表，除了劳工主管机关代表，应该把教保学者的专家代表，或者教保团体的代表，或者教保服务人员的团体代表，甚至家长团体的。代表相关社会公正人士，以遴选或利益回避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那这样对于教保人员的一个权益的一个审议小组哈，可能会比较周延一点。那叠传价屋啊？因为你那进劳基法啊，大家一般习惯都说劳资双方故意去协定的。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实务上哈。尤其是私立的幼稚园啊，这些教保员根本就没有实力去跟这些的雇主去谈劳动的条件相关的权益事项。我自己在地方主管机关，我只要查九家，几乎八家都被我中了。这个只是在劳动条件，在劳资双方的一个协议上，基本上劳工本来就是处于弱势。所以我刚刚会特别提到，如果你要成立这个审议小组来对，是因为有更多方的人去参与这个审议小组，那这样才能够去确保这些私立学校的这些教保员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啦，我们是希望就是由这个权益的推动审议小组，它是一个常设的组织啦。各位委员的意见怎么样？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高路委员，他有一个版本是十三条，他有一个新提的条文叫教保服务人员权益推动审议小组，就用这个来取代劳资双方的协议啊。大家赞成这样的组织吗？还是下一次再来修的时候再来谈？因为你从教育部部长来主持这个会议，有点很奇怪，位阶太高了。好，这应该是地方最主要的是那一个小组的成员啦。哦，最主要的是它是要一个常设，然后是一个公正的第三方。刚刚就是，钟委员他有提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私立的学校、私立的幼儿园哦，很多的这个劳资双方的问题，通常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相关系这个解决这些劳工的权益啊。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劳基法纳入的话，其实我会认为这个精神可不可以也一并放进去，那在这个修法的同时就来解决这个有关于幼教保人员的问题。我有一个建议啦，实际上教育部每年都会安排这个幼教相关的这个团体都有做协商对话，那是不是就参照你的精神，就也许把它落实叫做教保服务人员权益推动审议小组，那由部长每年来召开一次，但他不介入劳资的那个协商，因为劳资现在还是回到劳基法来处理是比较好一点。那你谈的是整个幼教体系里面的问题，他每年都有在办这一个，跟你那个第十三条很类似。跟委员报告，在幼教法里头就有教保咨询会，每年就在运作，是可以不用在教保人员条例再行规定。你跟高委员再讲一下。好，那跟委员报告，其实就是说，如果以劳资争议的话，他目前劳资争议处理法以及相关的规定，应该是在劳动部相关的权限呐，哈。那教育单位来看的话，我们在幼教法里面已经有一个教保服务人员的咨询会，所以每年其实也包含我们的产业工会的代表都是我们教保咨询会里面的成员，所以相关这些教保领域所相关的事情都可以在那个会上去做处理。那个会在教育部是由我们次长这边担任召集人。但是我要讲的是，你公立你有这个介入的权限哦，但是你私立的话呢，有关于私立他还是要回到劳资双方去处理啊。那这个部分有没有办法处理呢？主要的是
那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在我们教保咨询会里面，其实它是不分公私立，是整体教保事务的一个讨论哦。那至于说如果真的是遇到了劳资争议的部分，不管是公立跟私立，它都应该是循劳动三法里面有关的一个争议处理的部分来进行。以上，哎，我这边有个建议啦，是高委员的用意，我们就先记在心里。那如果不行，它适用一年。不行，我们明年再提案来修法，因为这次修法重点还不在这里，因为他这个问题，就像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在失培的部分，到底有一些中年转业的，他可不可以进入失培体系，以后就在职专班就进入这体系，它是一个大的议题在讨论。那这次我们主要处理的几个重点，如果能过，如果还未周全之处，是不是请高委员，我们明年再处理劳资这一块，好不好？哦，可以再提案，再继续来修，好不好？哦，那这一届就是因为大家共识度比较没有那么高，这一块就是。精神上面请他们依劳基法来执行，那真正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因为现在教育部也有一个依幼照法，他们本年固定就有这样一个咨询会议，那我们是建议你们就再把他部长重视的话，让部长，因为以前我有请部长主持过这种会议，所以以后是不是也参酌高务委员的意见，由升级到部长来主持，好不好？必要时再由次长来代理，好不好？我们先试做看看了，好不好？那高务委员去参加过一两次就知道够不够，好不好？好，那我们第十条就先这样通过好了，好不好？好，来第十条，照条文通过。来第十一条，那我这个不是这个条，我只是问一下，那教育部有没有中央的审议委员会？有哈。等等，在那个幼教法里面就有那个幼儿教育那个教保的那个咨询会。它是咨询啊。对对对，在法，而且是法的位阶。这是不一样吧？对，咨询跟审议还是有差吧？是在。对，那、如果是那个有刚刚讲的那个第一个，如果是有劳资争议的部分，当然主管权责是在劳动部。第二个，当然在这个咨询会里面，可能委员会提供各式各样的问题。如果是有涉及到劳动的这个条、这个相关争议的这个部分，当然教育部也会比主管机关，我们会转请劳动部来做一个处理的。部长，不好意思啊，我认为教育部对于中央审议委员会的负责规划的立法的定义的，包括他的资格、权益、管理、申诉、评书。评议其实都攸关了这些40000个教保人员的权益事项，并不是我们刚刚草案所定的，就是回到劳动部去反映相关的问题跟解决问题。我刚刚一直提到，实务上对于这些私立的教保人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我再重述一遍，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只是处理公立的，私立的不一并处理。这样子，其实大部分有许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教保人员都是在私立啊，比例上不低耶。要不要一并处理他们的这个权益跟福利的问题啊？我希望就是各委员要不要一起来思考啊？那教育部这边也要不要？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哦，只是多增列了第十三条有关于这个推动审议委员审议小组的这样一个常设组织哦，去处理这个私立幼儿园的问题啊。共识度还没有那么高，好不好？我们下次再继续努力，好不好？哦，但我跟你讲说，你下次去参加过他们一次两次的那个会议以后，如果觉得还不满意。我们再来定，我们都承诺你好不好？因为这个运作你们没有去参加过，所以并不是很了解。哦，他每年都有在办。好，那我们第十条就先照这条文，来中文。好，劳动部来，劳动部说明一下，对于成立这样的一个小组，劳动部的代表有没有哪一位要来说明？就是针对教保服务人员权益，他们需要成立一个审议小组。来，你在这边拿麦克风说好不好？或者是现行有什么法规可以处理的？跟招委还有跟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先进做一下报告哦，在我们劳动法令里面哦，如果谈的是劳资争议的处理，有关于争议处理，它有一套，不管是在工会法或者是劳资争议处理法里面，它或者是劳基法里面的申诉等等，它都已经有一套相关的规范里面。那我们等一下，因为我们主要的条文会落在12条，是不是允宜我在12条的讨论的时候？跟有关于整个争议权益的争议处理的部分，再跟招委或各位先进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报告。
我跟各位报告，虽然中委员是长期从事公寓哦，现在连空服员都要罢工了，那你是不是交通部也要成立一个审议小组？这会有争议在了，他也是要回到劳基法的处理模式了。这个各行各业都有他的一些状况在，所以我是请两位委员，是不是实务运作？如果不行，你即使在提案，还可以再继续再修嘛，好不好？这次修法重点还不在这一块哦，我跟大家再做个建议，好不好？请两位委员体恤，好不好？啊，那我们第十条就先这样通过。好，来第十一条。好，第十一条的部分，三个提案的内容基本上都一致哈，所以教育部没意见。好，第十一条条文就照三个委员的版本修正通过。好，第十二条来。第十二条三位委员的提案的内容也基本上是一致，教育部没意见。来，请那个劳动部，就刚刚两位中委员跟高鲁委员所讲的，是不是需要另外成立一个教保服务人员权益审推动审议小组，才能保障一些劳资争议，好不好？谢谢，谢谢。那个招委还有各位委员哈，还有各位先进，我先简单的，因为这个条文涉及到劳资争议的处理，所以允宜是不是我花一两分钟跟各位先进做一下报告？那在这个我的报告里面，我觉得应该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是想跟招委跟各位委员做一个报告，就是目前在我们劳动法令里面有关于劳资争议的处理，在这样的机制里面，它的规范是什么？第一个，根据我们劳基法84条的规定，如果一个在劳基法的适用范围里面，他兼具有公务员或劳工身份的话，他是要适用公务员的相关法令规定，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在我们劳资争议处理法3条的后段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除了教师的这个劳资争议，行政救济的部分，它不是我们劳资争议处理法的适用范畴。这是我们目前现行的规定，因此现在回到我们这个条文里面，我想跟各位委员做以下的几点报告。第一个就是在针对现行条文12条的部分哦，像譬如说，第一项的第二款，我举个例子，第一项的第二款，在公立幼儿园的教保以契约禁用的教保员跟助理教保员，要依照劳动基准法或劳资争议处理法相关规定，这个规范的部分哦，那我就跟各位委员做一下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查了一下哦，根据我们那个幼教法的第25条的规定，它授权有订定一个公立幼儿园的这个助理教保员等等相关的一个待遇的一个办法，一个授权的法规命令。那在这个办法里面，它有关于这个公立幼儿园的这些助理教保员相关的考核等等，甚至于他的复议、复审、复核，甚至于都要送到，譬如说送到乡镇市的首长要来核定等等，这有一套类似像我们公务员的这个考核的相关规范。那好，那如果在我们这个条文版本规范通过之后，它就会变成说，因为在我们幼教法里面，它授权的办法，它的考核有一套公务员类似公务员的机制，但是最后的争议处理，如果照这个条文，会到我们劳资争议处理法这边来做一个调解，那这样的机制就有一点啊、有一点比较不是很顺畅，所以我们在这里先针对这个第一项的部分提出一个建议。第二项的部分主要，抱歉，接下去就是我们针对12条的第二项的部分，第二项就已经锁到了私立的幼儿园的部分了。那私立幼儿园的部分，这个条文第二项部分分两段，一个是前段，一个是后段。那我们看私立幼儿园教保人员的申诉争议处理依劳基法及劳资争议处理法相关规定办理，这是它的前段的部分。那后段是说施行前准用教师法依照的规定办理，这是它的规定。那我们现在先看前段跟后段的部分哦，我想跟各位委员做报告。第一个，因为现在涉及到的相关法令里面，第一个我们先看教师法的36条，在我们教师法36条里面有明文规定，已经和那个财团法人如果立案登记的私立的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教师啊，他是准用教师法的相关规定来办理的。这是教师法第36条的规范，但是到了幼教法，幼教法的第26条第二项规定，
他这个条文第二项的规定，他有两点是我要特别跟各位委员招委做补充的。在二十六条的第二项里面，第一，他只有针对第一个，他的范围部分不再与那个教师法是已经立案财团法人立案登记的这些私立教委员，他是只有写私立的幼儿园，那在施行前等等等，在施行前他就准用教师法的相关规定来办理。第一个，换句话说，在范围方面，幼教法跟教师法不是很一致。第二个呢，就有关于他这个，在这个幼教法里面，他只有规范到说，在幼教法施行前的怎么处理，我们准用教师法相关规定来办理。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那好，我们现在看这样子的规范，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条文的规定，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在这个条文里面，它可能会出现了几个问题。它的第一个问题会落在说，其实我们看教师法或者是幼教法的相关规定里面，其实都没有出现所谓的争议处理这样的文字。它有所谓的申诉，它有所谓的诉讼，但是都没有处理所谓的争议处理这样的文字。所以第一个小节想跟各位招委跟招委跟各位做报告的是，有关于争议处理，只有在我们这个草案里面的版本才有出现到所谓的争议处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要跟各位委员做报告的是，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在教师法或者是幼教法里面，它一个是针对已经立案登记的财团法人的私立教幼儿园，一个是只有针对私立幼儿园。那换句话说，而且它只有针对在幼教法施行前的规范。好，现在就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如果我们现在把教师法、幼教法、我劳资争议处理法第三条的规范放进来的话，那就会变成了一些，第一个，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在100年1月1号幼教法施行前，100年1月1号施行前，而100年5月1号是我劳基法，抱歉，我劳资争议处理法那个施行的修正施行的日子。换句话说，在100年5月1号到101年这段时间，如果有这样子的劳资争议的时候，就我们的规定，基本上我们属于公行政救济的部分，你就算规范在我劳资争议处理法，也不是我的适用范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跟招委跟委员做报告，我们接着看第二个时序。第二个时序是在101年1月1号就幼教法施行后，到假设，因为你看他第二那个后段施行后到我们这个法令，假设像我们教育部的先进说，他是在明年106年5月1号来施行，那这个条文就会变成有一个问题哦。他说，但幼教法施行前已经准用教师法的相关规定一起规定办理，那之前的呢，就是依照前段依劳资争议处理法来做规定。那但是他就发生一个问题，我这个法令是106年，假设了106年5月1号施行，那在中间这一段要找谁？他可能是一个模糊需要补充的空间。接下去最后一个是要跟委员报告的是，那好，我这个法令假设106年5月1号施行以后，就算依照这个条文规定，你要适用我们劳资争议处理法的规范来做处理的话，我也要在这里跟各位委员回到我最先跟各位委员做报告的，就是就算依照我们劳基法或劳资争议处理法的规范，第一，争议的处理部分是在这里才有规范。第二，我们在84条已经明定了，如果具有公务员或者是劳工及公及劳工身份，它是要适用公务员的相关规定。第三，就算你要适用我们劳资争议处理法，因为我们有一个但书的规定，教师的行政救济部分也不是我们的规范范畴，会有类似以上的问题。简单的跟招委跟各委员做以上报告。不简单啊，很复杂 很复杂。本来很单纯，被你讲到好复杂哦。因此，我想，因为刚才那我做一个小结啊、哦，做一个小结，因为刚才招委有提到。啊，来来来，他不好意思啊、哦，引起轩然大波来。不好意思。哎呀，他要小结、来。不好意思，谢谢招委跟谢谢各位委员，因为我知道。
我们这一次这个法令的主要重点不是在争议的处理，是吧？对，所以我想提出以上的建议，希望各位支持哦。你真的念得很细。有，所以我现在要提出一个建议的修法文字，好不好？我想提出一个这样子，因为我知道这一次的法规不在这个条文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改几个方式？就是第一个，在那个序文的部分，哈，公立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之申诉等救济方式，等救他的申诉及或等救济方式，就是他相关的救济的方式，要依照下列方式来办理。对，急争议处理就改成，对啊，也是一种啊，当然啊，嘿，他相关的申诉怎么样来保障他及救济方式？然后在第二款的部分呢、啊，第二款的部分，我是建议改成这样子：依劳动基准法以契约禁用之教保员、助理教保员，依劳动基准法等其他法律之规定。当然也在里面。如果他是一个保护劳工权益，因为他是法律位阶嘛，那我们劳资争议处罚是一个法律位阶，啊？我们是希望把球给那个。来来，我们请教育部说明一下，来，教育部说明一下，来。都可以了。好，那委员，我们做一下说明哦，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前次在第八会期的时候，其实当时行政院有一个版本哦，当时的版本对公立幼儿园的处理方式是经过院会里面讨论的时候，而且相关的文字是劳动部在当时要求要加入的哈、哦，所以没有道理是到目前为止这样子的劳资争议就不能加进去。然后再来就是说，对于我们第二款里面所提到契约禁用的教保员，这些教保员其实就是依照劳动基准法进来的人。所以当然他的相关争议还是属于劳动权益的相关事项，还是应该劳动部这边会相关来处理。第二个是有关第二项的部分，是私立幼儿园这一项不是新加的，私立幼儿园在幼教法里头其实就讲得很清楚了，从幼教法101年1月1号开始，那我们私立幼儿园里面的教保服务人员从园长到助理教保员通通都适用劳动基准法，所以它并不是依照这个条例通过之后才来适用劳动基准法。当时在修幼教法的时候为什么会加一个但书，是因为有可能有部分私立学校附设的幼儿园它不是所谓基金会，也不是劳动部当时98年所公告的适用对象的，有可能有这样子少量的这些伙伴，那他已经适用，因为他在私立学校附设幼儿园，所以他已经适用了当时准用教师法的规定，那当然不会因为幼教法的适用而把他的权益而有所改变，所以当时在幼教法里面才会提到，那如果他已经准用了教师法的规定的话，那就是继续依照这样子的规定，所以这个文字并不是这次新加，是101年就已经适用到目前了，所以我们建议还是维持现行的条文。实际上、啊、这个教保服务人条还没立法，但实际上已经在执行当中了，也有很多争议在处理，有没有碰到什么特别案例没办法处理的？没有，是那没有就先谢谢劳动部的用心良苦了，万一再有的话他保护劳工啊，保护劳工啊，对啊，告搞哎，不告啊！你有没有名片？下次我有一些问题请教你。这老身材太好了。对啊，对啊，讲得很细啊。你法律系念哪一个学校？东吴、东吴法律系。我知道，我知道。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好。对对对，列在艺术好。那第十二条条文。就照我们的三个版本通过好不好？哦，好，谢谢，谢谢主席。来，钟委员，不好意思啊，因为他既然已经点出这么多的问题啊，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其实教保服务人员他其实他相关的权益事项啊，他不只是一个劳动权益而已，他包括他的未来的他资格啦、聘任待遇，其实你们前面的条文其实都有，这些都不归劳动基准法去做处理的、啊。你现在一刀切，全部回到他那。你们说从101年开始运作到现在，好像没有争议。我跟你讲，争议很多。你不相信的话，你去到每一个县市政府去问每一个县市政府的劳工局，看有哪一次不是幼稚园的教师工会这些来提争议，太多了。
你们更何况说要回到84条之一，私立的幼儿园他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小孩子可能7点再去，他可能6点就要到校，但是当你们5点下班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他要等到每一位小朋友安全的离开校园之后，他也在做后续的，他的工时长不长？所以当他面对的相关的权益事项，包括你们刚刚前面的条文，不管他的资格、聘任、待遇等相关条约权益事项，难道全部都要回到劳基法吗？我是觉得这个条文哦，我们不能为了急救章这么快就改。这个出去是代表立法院的品质，这个是代表民进党执政之后新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法案，不能这样憨不隆咚的就这样处理。很抱歉，我不是教育文化小组的，我是在卫环小组，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条文是涉到劳工的权益事项，我必须替这些劳工朋友发出声音。我这里再补充哦，我现在反而听到就是各就是有提出这个法条相关的争议哦，我反而开始忧心，既然我们是一个立法的这样的一个机关，我们看到问题是不是就应该要立即去解决啊？我的意思是这样。那刚刚我们钟委员其实就有提到，他在长期在处理这个劳资双方的争议的时候，在私立幼儿园教保人员的这个争议的时候，就已经看到非常多的问题。那虽然说我们本来想要去处理的是另外一个有关于就是相关的公立的这样的这个条文的修正，可是呢，既然我们都在现场都已经听到各不管是劳动部不管是教育部这边提出来的争议，我们要不要就来真的去为我们的教保人员去处理他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些有关劳资争议的问题啊？我建议一个啦哈，头拄仔阮钟委员讲到面红耳赤，其实伊是以劳工局局长的立场哈，迄个来受到满腹的委屈啦哈。就是讲伊即卖的条例，就是讲咱教育部可能拢无处理啦。因为劳基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嘛，依目前的法条就是可能拢劳工局处理嘛，啊，劳工局吼，佫处理袂来，大概拢定来阮家嘛，所以我那烦到要死嘛，所以搞入委员这一个版本是说啊，是不是以后教育部定一个啊审议小组，依要教育部来处理嘛？啊，这个劳工局这个长官讲的是救济方式佮。以前的法律就是讲，本来是写伫劳资争议对吧？哈，拢劳工局咧处理，劳动部咧处理嘛。我咧写模糊，就是以后阮无爱处理啊嘛。以后恁教育部家己处理嘛，哈、啊。马英，啊，结论就是讲哈，其实呢，坦白讲啦哈，到底最后要教育部处理，还是要劳动部处理？到底在县市里面要教育局处理，还是劳工局处理？真灰啦，这个真的是不好处理啦。所以我是安尼建议。咱这个会期要把这个教保条例先给通过，后一届迄个教保人员要调动，先给完成啊。啊，所以这个吼，咱先保留啦。也就是讲，咱后一届要改，咱来研究一个共识，咱后一届搁后一个会期，咱搁提法来修改啦。因为这个部分，真咱要大家有共识，我知那有共识上好，啊，若无共识吼，咱先给教保的调动吼，迄个能够如期进行吼。先阶段性任务啦，先完成这个任务啦。啊，即马这个任务，咱看是毋是，若有共识就好，若无共识，是毋是下一个会议咱搁顶提，搁提一个安尼啦，再提一个比较完整的，大家讨论好再来处理安尼啦。我讲我的看法啦、喔。这个高委员跟钟委员哦、喔，这个你们谈的事情是营运环境的改善问题，还有第二个是劳资争议处理的问题。营运环境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处理，就像医院也有医院经营环境不好，到最后劳资有问题；航空业有航空业的营运环境影响到劳资的纠纷，我们不能去处理营运的这一块，我们只能处理劳资这一块。那就你们两位来讲，你们有比现有的法令更好的劳资处理的模式？如果有，就放进来。但问题是没有啊。我要谈的是这一块，包括高委员你提到这个教保服务人员权益。审议推动小组，它就跟现在那个咨询会很像，
他整个营，他谈的是营运环境的问题。那如果两位委员提的是对于劳资争议处理，对于教保服务人员有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或比较好的法令要处理，都放进来，我没有意见。不能说最后变成我们是要草率通过，不顾劳工权益，这个帽子太大，我不能戴。我讲很实在，有比现在争议处理更好的模式，你把法令明文列出来，我们马上照那个通过。我来补充这个，我们的审议小组哦，跟咨询的差别在于，就是在教育部里面的咨询，它其实是没有教保现场的人员的声音的，所以我的审议小组的里面，它其实是包含这些人。有请他们工会还是有啦。我说你去参加过一次就知道，他有劳资。不是啦，那请教育部把那个咨询会的现在的成员代表是谁嘛，告诉所有的委员嘛。那我们的那个成员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办法里面，到底教保现场人员的代表是如何产生而来的嘛？你就告诉大家委员，你才能够说服我们嘛，哈。好，那跟委员报告，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的第四条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各级主管机关要整合规划、协调、咨询跟宣导幼儿教保，应该召开咨询会。那这咨询会里面，他就有提到说，他的成员应该包含主管机关的代表、卫生主管机关的代表，然后身心障碍团体的代表，那教保跟儿童福利相关专家、儿童福利团体代表、教保团体、教保服务人员团体，也就是我们的那个教保服务人员伙伴，然后家长团体等等的。那目前在教育部所组成的这个团体里面，其实包含劳动部也都是成员之一，然后国建局等等这些卫生单位都是整个委员会里面的成员之一以上。你刚刚没有讲清楚嘛，哈，那个高委员他要求是所谓的教保服务人员团体的代表是由谁来代表嘛？那目前来讲的话，工会来看的话是工会推的，哈，那目前是南部的工会代表，教保服务人员的工会代表。那教师部分他也有教师会的代表，所以对于教保服务人员里面有教保员的工会组织，然后也有教师会里面的教师会的代表。我建议休息十分钟，请高委员、还有中委员跟劳动部、教育部，你们协商有更好的法案，我们把它放进去。但是绝对不能说我们为了要通过法案不重视劳工，这个帽子我们委员承担不起，好吧？我们休息十分钟，好，谢谢。好像我们都不支持劳工权益。我们可以保留下次再重提案，啊，这一次先过，不是让他草率通过，是保留思考。没有，我只是突然出来，你们要过，因为我也没有想过，都没有。你们如果要是还要过，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已经把我的意见说了。因为你们今天讲白了，你们今天。劳动部讲的这句话真是迷宫，完全是一个迷宫。就是你们那时候要把它整并，干嘛要整并？你们干嘛又加要合在一起？真烦。
才会变成这样，才会变成这样。他现在就变成三四种身份。对啊，可是你三四种身份，现在就变成说你在同一个地方有不同身份。以劳动部的意见是说，只要是公务的话，那虽然他是劳基法聘用的，但他是去可放心。然后私立学校的话，就会有还很多的可能。那反正就是都是一个都是劳基法。那现在是。可是我觉得现在的重点是中国人中国人小人说不管你是做的你的公务是用公务人员聘用的当然是用于劳基法了，那个已经是先天上的一个不公平，先天上的不公平了，最后就你要处理相关的一个劳基争议，你还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做啊，这个只能在那个解决，就是说或者说教导人阶层是，可是不可能啊！如果你现在没有打破那个，也不可能打破啊！现在你说你这些大学的老师怎么可能做教师？是啊。前调就只开放给教师啊，但是教保人可以签调，可是现在就是要开放，是公立里面的教保人也可以签调，然后其他们是用劳基法，对对对，因为他们是用契约聘用的，对啊，所以你现在开放他的话，他又多了，就是又让公立跟私立之间的待遇又更加的不公平。是我们民进党党团里面对这个有意见，那事先大家来讲嘛，是、啊，你不要在这个公开场合里面这样子嘛，对不对？你这样子就来指责，也不是教委会的，那意思我们所有教委会的人都是这样子哦，对不对？不一定让公团提出来讲啊，那人就直接这样子，时代力量我可以接受，他都有不同党团，对不对？哎，同党团的你为什么不先讲？对不对？你先讲，大家今天可以很好的来沟通协调。啊，你不讲啊，现在跳过来说我们罔顾什么劳什么权益，这我不都接受了，恭喜他。他要怎么生气那他家的事情，我觉得没有那样子，委婉打个杯，平起平坐，哪有人这样子？是啊，那大不了不要审啊，但是没有人用这样的态度啊。教保服务人员有关系的，是啊，是啊。那有些
幼教法已经有的幼教法里面，你说那个审议，只是说要不要加审议，申诉这个亲自进去咨询会的，那要不要把审议同一个工作审议咨询办跟申诉办进去？可是我觉得每个东西都要到部长这边申诉的，不可能嘛、啊？对，这个他那个设计是有问题的啦，那么一个审议小组一下子就一定要让部长找这个是有点怪。我觉得现在问题是。好，如果今天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因为那个已经是前置在你本来是一个公立嘛，对，一个公立一个私立的，你不可能要私立的找事来比照公保的老师的，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怪的情况。大学也是，就不一样啊，然后你私下，下次我们看私下吧，修了。私下的老师可以加入比照公法，有划入了，但是你现在幼儿园所是这么基层这么多，你不可能也一刀划进去说比照公法啊，我不了啊，不同啊，我懂，一线阶段不同啦。对啊，你要求的比照是要在公权力介入那个私校的教保服务人员，那意思？三万的私立教保，我懂啦。要保障劳工，我也知道啊。可是你是一线阶段公司，就是这两个双轨在进行啊。那、啊、你硬要用公权力去介入私立幼儿园所，本来是不一样啊。不是公立。其实劳基法也可以，就是说明，如果里面已经有讲到劳基法明确规范，其实我觉得可以。是啊，我想说，不是应该就是私的，现在是企业公司，主要是私立的，私立的，是啊，私立的，是啊，劳基法里面这个，那你要用公权力的力量介入私校，又托服务人员。啊、那可以无限扩权你的因其实他们那个教保人员的服务公司也是变形的，不是也没有办法要求你，如果要要求的话，那就跟老师讲，跟老师赶快讲，我不爱跟你吃营养午餐，我嘛不爱吃豆腐。但是吼，但是要怎样教保员，他们没有公立的有哈，私立的没有，私立没有好处这样。是啊。跟一般教他所以现在所有的私立幼保人员，他就想要去考公立的。他所以我们应该赶快让那个可以去转流动的那个那你就要的话就是。他、啊、本来我们制度现在就是设计这样子啊，他们两个现在是硬要打破现在的制度啊。哇！他说自己把都指责了，顾劳工权益。我真的想做什么事？我哩在东厂在帮忙。我这个钱，去帮他给我拿个新的。你过那边还好用，完了条纹的地方哦。好了，再回来一个。Thank you.
各位请就坐，各位请就坐，来，各位请就坐。各位请就坐，各位请就坐。跟各委员报告，我想劳资争议这一块哦，因为刚刚这个帽子太大了，这个承担不起哦，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啦，因为刚刚有在后面再讨论一下，跟教育部、劳动部还有中委员、高委员讨论过，属于劳资争议这一块，我建议。让劳动部跟教育部，然后再厘清再讨论。我们今天不处理这一块，但我还再排一次会，然后再来审劳资争议这一块，看能不能有机会，为现场的这个教保员能够在处理上面多一点保障。但我知道现况上有它的困难，但是中委员跟高路委员还想多记点心，我们就再找点这个方式出来。因为刚刚我们有讨论到说，如果你不把劳资争议法放进去，用其他相关法律的话，反而到最后可能会劳动部跟教育部可以互推，说不归我主管，那反而害了这些现场人员。但你把它明定了，说只能按照劳资争议处理，那大家又认为说教育部卸责全部丢给这个劳动部，我们也说不过去。所以要请教育部跟劳动部再协商一次。所以今天有关劳资争议处理这一块，我建议就暂搁。那我们先处理后面条文，那我们再开一次会以后，我下礼拜再开一次会，我们再把它通过，好不好？好，那有关劳资争议部分这块，我们就先暂搁。那也请高委员跟中委员，啊，你们要在条文上面具体的给我们一些建议，好不好？这是我特别拜托。如果没有，就没办法了，好不好？好，我们有关第十二条哦。第十二条保留，然后还有第十，我看第十二条保留，还有，我看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我们都保留，好不好？这是有关劳资争议的这一块，好不好？好，我看从第十条开始保留好了，第十条。因为第十条也是包括他的一些劳动条件，这些到底要不要放入这个高路委员所讲的这个权益推动审议小组？所以十、十一、十二，我们三条就暂搁，然后请教育部跟劳动部在未来这一个礼拜里面哦，去详细再去沟通一下，这两个礼拜沟通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第十三条，第三条条文。十三条条文，三位委员的提案内容一致，教育部没意见。好，那我们第三条文就照三位委员的版本通过。好，第十四条。十三条哈，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再重新来过，原因是什么？啊，就是说你在这之前，这个已经拿到了这个资格，可是这个本条例通过以后，三年之内还要再重新来过，这是原因是什么？那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教保相关系科是依照幼教法相关规定进行审任啊，然后我们目前依照教保服务人员条例通过之后，那相关系科我们也会依照教保条例包含这些系科的审任相关的规定，也会再重新检讨。那检讨过后之后，那再麻烦相关系科依照我们十三条的规定再做相关的运行。因为你现在讲的就是你文字说明嘛，我也看过这个文字说明，我就是看不懂啊。所以你能不能具体讲一下，细说这些调整要怎么调整法，还是怎么样子？目前我们对于系科的审任是有一个标准跟一个注意事项了哈。那当然，对于这个注意事项里面相关的这些规定，到目前执行已经也有三四年。那各教保系科其实也希望我们对于整个审任的标准里面可能重新再做一些讨论。那包含可能我们目前来讲，他们认为说可能在科目上的认定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
可以再进行讨论的空间哦。那以及后端的怎么尾端管控，是不是也相对应可以有一些处理的机制在啦？那所以未来我们会在教保服务人员条例通过之后，那这些执行细项也就会找相关，现在52个相关科系再进行整体的一个检讨。那检讨过后，如果有一些要件是要做一些调整的，那就会依照我们新的这个规定再进行后面的这个审认的工作。所以你现在已经拿到这个认可的教保员，只是因为你未来可能科系会调整，跟委员报告，是不是？如果只是因为科系会调整，你刚刚也讲不出叫怎么个调整法。跟委员报，然后就先在这个条文上面写一个3年之内通通要重新来过，然后你再去做你的这个系数，这是不对的。如果你今天确定了你哪些科系已经修正了，修正的跟原来的不一样了，那你要求人家这个3年之内再重新来过，那还说得过去啊？你现在将来的科系是怎么样修正法你都不知道，你现在先定一个这样子的条文，通规定3年之内通通要调整，再重新来办理，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呢。教育部会不会答复？我要不我帮你答复。不因为幼教法实施之后，他有订这个教保服务人员的日程条款，怕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形势环境的变化，所以定了这个条款，让教育部再重新去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学校的系所课的内容需要调整了、啊。它是一个检视那个内容而已了。啊、那依照六少法通过到现在已经超过3年了。对对对。那在这段时间，不是你如果是六少法本条本法里面就有这样的规定的话，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那教育部有调整过吗？不是，刚刚招委是说是因为幼教法有这个精神在嘛，所以我这个本条例才用这个部分嘛，对不对？那幼教法到现在来讲系所要调整，老早就应该要调整，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调整呢？跟委员报告是，系所因为幼教法通过之后有进行相关的审认，就是我们因为幼教法通过之后有先制定相关的注意事项跟审认的标准，那从101年开始就进行审认，那到现在大概也将近5年了。那我们就说这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系科里面他们对于到底该怎么去审认等等，以及他的游戏规则，其实是有一些建议事项出来的。那我们现在会因为我们教保人员条例通过之后，相关的这些授权会一并的去做一些检视，那检视过后相关的要件可能在这系科部分，他们会依照我们新的规定来做认定，这个、不是你国教所去做吗？如果是教保系，对对，教保系科的认定，就是说整体的技专校院会是我们技职师相关的规范，对，不是你教，那如果是这个科系，不是你国教所的权责，是技职师的权责吗？跟委员报告，如果是教保系科，目前部里面的分工是由国教署。这个系科就是他培育教保员，这个教保系科是国教署的业务权责。那你现在你准备要怎么去调？是不是所有的系科通通去调整呢？是不是所有有关教保的系科你通通都要去调整？原则上如果依照我们这13条的规定，就是目前已经审认过这51个科系，那他会依照我们教保服务人员条例通过之后，我们所制定的相关规定，然后送相关的这些资料再行。不是，我是觉得以现在你科系都没有去做调整的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先规定人家3年之内要重新认可，否则的话你就不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将来调整是什么样方向都不知道，最后的定案是什么也不知道啊，你就把以前的通通废掉了，3年以后再来。那请问一下，以前我们的师资培育来讲的话，师范学校就是国小老师啊，后来变成大学才能当国小老师啊，可是你师范学校毕业的国小老师难道通通都不能再继续当老师吗？还是可以继续当老师啊？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定这样的条文，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从你的文字说明上我看不出来。我是那个委员，对不对？你说是。那我而且第六条，这个第六条是我们现在在审的这个第六条呢，还是幼教法的第六条？对，条例啊，这条例第六条，第六条是刚刚是不是有战歌？没有战歌，战歌。那如果刚刚战歌，这个什么时候可以通过？
因为因为这个从本条例第六条依照第六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办法 规定吧，那第六条被保留了，你第十三条当然应该跟着保留，不能通过啊！你怎么知道第十六条、第六条第二项是规我们通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嘛。好，再补充一句。跟委员补充报告，就是说十三条这个系科审任哦，如果有一些科系，它本来是教保系科的，教保员的培育系科，那它后来经认定之后，它不是教保员的培育系科，它之前培育的这些教保人员完全权益都不受影响，完全不受影响。因为他已经是教保员的资格，都不会因为他科系因为这个条文重新再来过而产生任何权益上的影响。我从你这个条文上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你刚刚在说明啊，是你刚刚的答复在条文上，我选不出来啊。我跟乃公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幼照法通过之后，照理来讲，应该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应该马上要通过，但是我们给他一个日程条款时间，那怕在这定的这期间。学校中间有一些变化，所以它等于是我们教保服务人员条例通过之后，这三年内再重新检视这些学校。但检视过程当中，如果学校有可能有一些不符合规定，但并不影响了他已经培训出来的教保员，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了。检视条款了，条文看不出来。好了好了，条文的内容反正今天不出来，我们稍微我们第六条还没通过就说实在的了。好，十三条也通过，就到乃公保留。讲到这个，讲到幼照法哈，啊，说实在，当时在通过幼照法的时候，我当时就像当时的郑瑞成郑部长就讲过了嘛，那个幼照法就是把幼儿园跟幼稚园合并在一起嘛。以往来讲，幼稚园的条件最高嘛，对不对？这个托儿所的条件来讲的话是次于，所以我申请不到幼稚园，我就来申请托儿所嘛。对，你现在把两个通通并在一起，可是呢，你后面还开一个大门，这个大门呢就是补习班嘛，短期补习班嘛。所以我前几天还在咨询短期补习班的事啊，从幼照法审查幼照法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为止，教育部你针对短期补习班去做幼儿园的事情，你们到底有在做没有？为什么现在到处都还有这么多短期的补习班？你师资你再怎么限制，你再怎么去要求，我根本就用短期补习班的方式，我就可以做幼儿园的事嘛。你反正教育部也不去查，问题在这里呀。你现在我们这个定了这个条例以后，你后面还是有个那个大门还是在开在那边，你还是没有堵起来啊。你应该把短期补习班不能做幼儿园的事情，你要去认真的去执行去。然后这边按照幼照法的规定去做，那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嘛。你现在教育部，你对短期补习班，你现在上网去查查看，你到马路上看看，有多少短期补习班是在做幼儿园的事？家长还不是早上八点钟就把小孩子送到补习班去，下午五六点钟下班把他接回来。他的课程排起来，短期补习班可以这样的排课的吗？这根本违反了补习教育法呀，可是教育部为什么不去处理呢？这是我也很疑问的事啊。所以我想，十三条我们先保留一下，好吧？你教育部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嘛？你到对补习班你要怎么去处理嘛？好，第三条反正第六条还没通过嘛，对不对？反正赵伟还要再排一次嘛。好，对，好。谢谢。那再过来，我们就第十三条保留，第十四条，因为它是违反第十条第三项哦规定，虽然是跟劳资争议无关哦，但是我怕第十条万一修正之后，可能也会有相关法则出现，所以我们第十四条也暂时先保留好了，好不好？那第十五条也是保留，因为它也是涉及到未定的条文，好不好？哦，那我们现在到第十六条，第十六条不是是那个限定期限，限期改善处罚。第十六条也是啊，好，第十六条也是一样的问题，锁定限期改善跟处罚也是依照那个限期改善。好 ，OK， 好，那第十七条来，十六条保留，对，好，第十七条。好，十七条的部分哈，教育部大概几个文字上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意见呢、啊，大致上方向都差不多哈，那只是文字上的修正让它更精准一点哈。那么第一项的部分的话哈，那么建议是这样子哈，
那么前面文字是一样的啊，中央主管机关得协调师资培育之大学办理幼儿园师资职前教育课程，提供于幼儿园啊实际从事，这边是一样的。那后面文字建议，包含这边的教学及保育哈，修正成为从事教保服务啊，这四个字就可以，教保服务就可以涵盖哈，工作满三年，后面都一样哈，工作满三年且继续任职之啊。那么里面条文里面有的是教保员跟园长哈，我们是条例一致的部分建议是，那个工作满三年且继续任职之，把园长摆在前面了，之园长顿号教保员啊进修机会，那后面一样取得啊参与，取得这个参加幼儿园教师检定资格哈，这是文字上的修正哈，这是第一项。那接下来的部分是有关是第二项的文字的部分哈，第二项的文字前半段都一样哈，那我就不重复念了，是一直到那个刮胡以后啊，这刮胡里面啊，那个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包括幼儿园托儿所，那又刮胡后面的地方有文字上的修正哈，一样的把那个文字的部分再做一个增列哈，啊，加几个字哈，又刮胡的后面加几个字，任园长顿号教保员啊，然后后面累计满三年以上啊，累计满三年，就把那个实际从事教学啊这几个字的部分改成啊任园长顿号教保员啊，让它更精准一些。那同时呢，在这一项的第二项的最后哈，原来黄国书委员里面有提到的，于幼照法施行前已具教保资格者，可免于啊教学演示哈。那教育部认为这一段文字的部分应该还是要做这个教学演示哈。刚刚跟黄国书委员大概也有做一个沟通，我们建议这个文字的部分是删除哈，就不要在后面第二项后面的啊这个于幼照法那个施行前具教保员资格者可免除教学演示的部分文字上。那么三件以上，大概这几个修正的意见，谢谢。来，各位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就宣读一下哦。第十七条，中央主管机关得协调师资培育之大学办理幼儿园师资职前教育课程，提供于幼儿园实际从事教保服务工作满三年且继续任职之园长、教保员进修机会，取得参加幼儿园教师检定资格。前项人员修毕幼儿园师资职前教育课程成绩及格者，由师资培育之大学发给修毕师资职前教育证明书，其具有大学毕业学历、完成教育实习成绩及格且通过教师资格检定考试者，由中央主管机关发给教师证书，但最近七年内于幼儿园跨湖包括幼稚园托儿所任园长、教保员累计满三年以上，表现优良，经教学演示及格者，得免教育实习。本条例施行前，已依师资培育法规定修习幼儿园师资职前教育课程，且于本条例施行后仍在职者，得准用前项免教育实习之规定。第一项及第二项应修课程招生免教育实习之认定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好，我们就照修正条文通过。好，我们第十八条，不没意见。好，第十八条就照三位委员版本通过。第十九条，第十九条教育部没意见。好，第十九条就照三位委员版本通过。我们现在回到第六条，看能不能处理出来。如果不能处理出来，就下一次来第六条。主席，对不起，请教一下，询问一下，我们除了第六条，还有其他什么条文？十、十一、十二，就是刚刚在争议的包括私立的部分。十到十六条都保留，因为后面是有罚则的问题。对，那主席是觉得今天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认为预期没有？直到第六条，第六条如果第六条如果还不行，就是再排一次。那一定要再排一次，因为关于劳资争议这一块，我有请教育部、劳动部。还有中委员、高路委员再去协商，看下一次有没有。那既然再排一次，我们现在还要继续讨论第六条吗？因为第六条有机会讨论，因为还没到十二点被骂。可以可以，我是说提醒一下主席哈，我们个人没有问题到十二点，但是我是觉得有鉴于今天的讨论内容，还是最后希望能够跟教育部做一个呼吁啦哈。如果委员还在排一次的话，招委要再排一次。是好，那个第六条因为跟刚刚的劳资争议比较无关，第六条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第六条。
我这边提先是呼应刚刚李立芬李委员的说法啦，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32学分就可以等于4年的师培的部分哦，这是他的主张的第一点嘛哦。那第二个部分是说现场工作人力不足的部分，那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是解决，就是让想出更多的方法让这个学生可以投入市场，而不是再开其他的门，这两点其实我是蛮赞同的啦哦。但是从现在的这个黄国书版本哈，这个黄委员，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只有他的版本中有这一段嘛，所以我们就这一段的文字来讨论的话，我在这边算是一个提醒，就是我刚刚这样算了一下哈，就是完全按照字句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一段是说国内专科以上的这个非幼儿教育相关学系啊所毕业的，如果他再去修习幼儿园教保专业职能课程的话，那他可以进入嘛？可以进入职场，这大概是32学分。但是我们回到第六条的第一项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已经在现在我们刚刚大家算是有共识的条文里面，它在相关科系或者是有学位学程的这个部分，哦，这个学位学程这四个字，其实它会造成的后果，就等于是说我如果不是教育相关、幼教相关科系。可是我修了学程，也就是32学分之后，我就有资格可以成为教保员。所以我大学专科以上，不是相关学系，但是我修了32分的学程，我就有资格可以变成了。好，那么现在刚刚我们在讨论的这个部分，其实 是等于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如果我再去修了32学分，我也可以变成这个。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精神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到底同不同意开放这个门。如果要开的话，那前后其实没有差别啊，就是加黄国书委员这个，那只是他同样，比如说我是法律系，那我修了教育学程，我是在大学的期间内，我修了32学分的教育学程，或者是我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很多年之后，我又再去修了这32学分，那我都应该要可以成为教保员，才公平啊。那或者是说，我们根本就不打算开这个门，对不对？从文字上解读来说，我好像发现了这个问题啦，请大家讨论看看呐。所以这个是一个有趣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第一项有共识嘛，是包含了学位学程，对，它有点像辅系的概念，对啊，所以我们是同意一个法律系修了学位学程就可以变成教保员，在毕业之前，如果他修了32学分，好，那我毕业很多年以后，我回来修这个，我到底同不同意他？那这个，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念要先厘清的部分。你先要去念研究所，取得学生身份以后，才能再修教学那个学就那个学程。不太一样，那个黄委员他要在这个第六条的第四项里面所讲的是，你等于毕业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要再重回就业市场的时候的在职专班的培训了、啊。跟第一项比较不一样，第一项是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你在修，那我讲的第四项是。争议比较大是在第四项，就是你已经离开职场了，离开学校了，就是差别在有没有离开学校啊？就像有点类似保姆的那个培训。可是對，可是因为他的这个第四项上面，他也已经规定了是要必须是国内专科以上哦。对，所以会变成是我们的整体的观念到底是什么样？教育部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你学位这个学程来讲的话，我点出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一定要现任的学生才能够修？据我的了解来讲，你是要现任的学生身份才能修啊。现在师培是吗？我请终身师说明一下来。中的那个那个师一教师来。各位委员，确实现在的师资培育的总量，因为储备师资也很多，所以现行目前如果要取得所谓的师资生的资格，然后取得成为相关高级中等以下学校的教师，如果要修学程的话，都是回归到大学师资培育的大学修习研究所，然后参与这师资培育大学教育学程的甄选，然后再从事学程的修习，然后最后来取得资格。目前的制度面是这样的来处理。以上说。没有，以前是有所谓的。他是大学毕业的话，他就要先去考硕士的研究所，取得硕士学生所的学生的身份，
你再来修学程。如果你是硕士毕业了后，你就要先想办法去考博士，跑到博士身份以后，你才能够再去修。以现在的阶段，怎么以现在来讲，怎么做得到啊？做不到啊。那如果教师，如果教师的部分的学程的取得，目前的这个生态是这样子，那教保人员如果要跑到前面，还多一个中年失业，然后再去转任教保，我觉得这个会有问题了，会有问题。对，会有问题。所以跟委员报告一下两个啦。第一个，当初幼教法当初定的时候，就是希望也能够来提升这个幼保那个教保的相关人员的一个素质啦。所以目前啊，虽然当时候大概有曾经也开过这样子的一个班别哈，啊，那基本上以目前来讲，我们希望就是说还是回归到在学校的体制里面来做一个那个幼保教保人员的一个培育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目前来讲，刚刚张廖委员也提出来了，就目前的师资培育的部分哈，学士后的那个教育学分班，目前大概也都关掉了，啊，也就是说总量的一个管制的一个处理哈。那至于如果真的是确实要，如果他对教师有身份，教师的这个行业他有兴趣的，啊，他还是要回到学校里面取得到学生身份之后才能够。啊，再去修教育学分，目前的体制是这样，所以站在教育部对于不管是教师或者是教保员的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一致性的一个处理啦。所以基本上，啊，这个有关那个非幼保科系毕业之后，那再来取得到这个幼保的这种相关专业的这种学分的部分，我们建议是，还能够不要增列进来。那第三个的部分，刚刚黄国书黄委员不在了，不过刚刚跟黄国书黄委员大概有做了一个讨论呢，他基本上不坚持这个部分。对对对，是的，谢谢。对啊，对对对，照原来版本好了啦，先照原来版本。对，我知道。如果将来情势有转变再开放。我跟各位报告这个情境哦，这个就跟我们刚刚因为我们下次会再讨论，因为我在这个领域也比较久一点时间，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刚刚我们有争议是处于劳资争议，就有几位委员讲说教保员的这个现场状况不好，确实现场状况不是很理想，尤其越往中南部，你也找不到教保服务人员。所以才会变成说，那是不是要增加它的供给面？那增加供给面里面就会有提到的这个，比如说中年你要在进入职场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比照保姆，然后经过一定时间的在职培训以后，让他进入职场，甚至还会有部分的希望补充人力是，他一边在学习的时候，他就一边已经可以在职场就在工作，去补足现场人力不足的问题。那就会回到说，如果你现场职场环境好，依我们现有的这个教保的这个培训机制就应该足够人力了，但问题是它已经是一个恶性循环了，现在环境不好，然后我们现在想办法去补充人力，那我们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切入，也供大家去思考。那最起码今天在第六号这边，我们就是在补充人力这一块，对于中年想要比照保姆这样进来的，我们这段先切下来不做，那其他先让它通过，但是职场环境这一块等到下一次那个我们讨论劳资这个环境的时候再来讨论。来，钟委员，来是。好，对不起哈。那个今天我先讲结论哈。我希望招委能够充分体会，行政院教育部到目前为止没有行政院版本。那之所以迟迟没有提出行政院版本，本来100年后3年内要提出，上届提出来之后，跨界不连续就打消，到现在呢3个多月了，还是没有提出来。那现在的这三个版本都是由我们立法院同仁所提出来的。那我要说明的是呢，我就顺着刚刚招委所主委主席所提出的那一点，整个我们的教保人员服务条例，名称上叫教保人员服务条例，它在我们的国家整个教育人员的管理上，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我怎么说呢？因为我在地方政府的服务经验，我们的国中小啊，90%以上是公立的。所以我们地方政府在执行教育部所订的关于国中小教育人员的各项的，包括教育人员啊这些条例等等的问题呢，都很一致。到了高中以上，我们开始有私立学校法分出来了，有公立的，有私立的。但是因为它不是地方政府的权责，所以我们基本上呢，都有教育部去面对。所以教育部在面对国民教育以外以上学程的这些教育人员，有公立有私立的，你们会想出用不同的法令来适用。但是在学前教育的这一块，70%的教保人员是私人院所所雇用，3%不到3%是公立院所所雇用。我们现在要用一套教保人员的服务条例来涵括、来管理，一定结构上就会遇到状况。你雇得了这边，就雇不了那边。那以目前我看到我们这三个版本来讲，还是站在教保，就是教保人员当中，以公立的部分
比较为主的来优先适用于其他教育人员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我想站在我们在看公立园所的时候，我们就作为地方主管机关那个时候的经验，我们的确感受到他们的委屈跟不平。因为同样在公立园所当中，我是幼儿教师跟我是教保员，的确有那种感觉上真的是同工不同酬的委屈跟无奈。所以我今天非常认同我们主动来处理这一块，但是解决了这一块并没有同时处理另外一群更是非常委屈，非常在工作岗位上他非常委屈的私人的那七成的教保人员。所以我诚恳的希望教育部你要看到这个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要不要你们自己提出一套能够充分的解决这三成的公立跟七成的私立能够兼容并蓄在一个条例当中去处理的。如果有，我是建议赵伟我们等，因为呢在行政院的版本出来之前，我们今天教育委员会通过任何版本，每个委员的偏重不同，你顾了此失了彼，出去可能两边都不讨好。今天我们看中孔赵委员跟搞路委员已经讲出来了，今天所有的全国的教保人员都在看，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处理急着把它处理完了，可能只有三成的人觉得说啊，他终于比照到其他公立园所当中的教师的几乎类似的一个待遇，他可能看到开心，但是另外七成人觉得很悲伤，因为他们又再一次的并没有被照顾到。那照顾人民不只是立法院我们作委员的权责，我觉得行政院应该你可以更思考更周延的全面的去思考，或者教保人员的那个服务条例，你们觉得可以有双轨的方式同时来处理。现在整个的问题都在于资源的不足了。刚刚我们主席讲到的嘛，为什么我们要处理那些中年要投入教保人员的？因为现在私立的教保的待遇太差，以至于年轻人他不愿意做，那中年他可以做，他是崩坦。我们现在是承认现在私立的教保人员他的待遇工作条件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另外开一个门让中年的人来加入，这个只是一个治标的方式，不是根本解决的方式。那我是说在效果上了。好，对不起，那何委员，那对不起了哈。好，那对不起，对不起。那这样我就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哈，我觉得这个部分一定是要整体的要把资源灌入到私人的部分这一块才能办法解决了，不然的话，私立现有的其他的从业人员他会觉得不平了。所以我是建议个人的意见哈，这里哈个人建议，我们来把等一下教育部跟行政院的版本。啊，对不起，那何委员刚刚那一段可能考虑未周，好，讲得太快，谢谢。可以加一条，很容易啊，就是私立幼儿园比照公立幼儿园，一句话就可以了，比照那边，大家都知道现场状况了，也知道怎么做。问题我定那个是不可能做的事情嘛，我可以不做坏人，对吧、啊？来，对不起，赵伟，你讲那一个，其实就现况来讲，我曾经在上一届提过，要求行政院教育部。把既然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国教向下延伸一年，既然大班已经叫做国教了，那应该把私立园所的大班全部纳入国家体制里面。哦，如果是这样子，我赞成。那就这个部分的话，那还有相对的私立学校法也要修法。那我们希望呢，这个如果国教的政策是这个样子，就整体来推。哦，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解决这个公私立之间的一个资源不平均的一个大家比较的心态。那还有有关老师的一个权益的问题，还有福利的问题，我觉得也可以一致化。哦，我这如果是这样子，我也赞成。很容易，我们就一起来推教育公共化，好不好？我们大方做，好吧？教育部，你接招，我两个礼拜后我们就私立幼儿园比照公立幼儿园，我先讲。再一档，我们就这样建议，我们待会就这样建议，这题。来，我们再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教育部来，就是我们再五分钟就好了，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晚开会。有没有对劳资争议这一块，你们可以再补充一下看看？那个有关劳资争议的部分呢、啊？当然这个部分向来大概都是教育主管机关跟劳动主管机关之间啊的一个争议啦，或者是不过基本上因为这个幼儿园的部分呢、啊，因为它前置性的部分包含以前的幼稚园跟这个托儿所，有它过去的一个成立这样下来，
所以断人之间要去做一个这样的处理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当然幼照法在101年修正过了之后，当时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法规的这样一个定定，等于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保留，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这个相关规范，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延续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呢。那至于劳资争议的部分，应该向来就是应该就是那个劳动部主管机关的一个这样一个权责了，否则的话变成在教育主管机关又会涉及到这个。变成会有不一致的这样的情形哈，所以而且这个部也经过当时行政院召开过院会召开过那个审查会以后送出来这样的版本，虽然没有提到今天的这个里面了，预期不届审了，不过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还是维持这样的条文来做处理。不过如果今天已经做成这样审查来保留的部分，那教育部也愿意再跟劳动部就这个部分再进一步的协商。以上报告，谢谢。好，最后我把那个第六条宣读。之前我跟大家报一下，这个版本我们三个委员版本是因为在上一届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立法部门跟行政部门已经达到极高度的共识，只剩下刚刚我们一处理那个园长的部分，稍微有点歧见之外，其他大致上都取得共识。但因为有委员提到说，既然现在是新的政府，那对于私立幼儿园这一块是不是要有一个新的主张，我们都没有意见。那当然你可以让整个教育都公共化，我们也没意见。但是条文拟定的时候，你要考虑到政府他的那个财力状况。那我只能讲到这，我只要加比照就很容易或准用。但问题是可不可以行？我们两个礼拜以后我们来处理。那我现在把第六条这个念过，然后就今天就休息哦。来，第六条，幼儿园教保员应修毕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教保相关系科之幼儿园教保专业职能课程，且取得毕业证书，或具备国外专科以上学校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系所学位学程科毕业证书，并取得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修毕幼儿园教保专业职能课程证明书。前向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教保相关系科之师资设施招生名额、课程之设置基准、学分抵免、审议认可、废止认可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教保相关系科评鉴会，或委托学术团体或专业评鉴机构定期办理教保相关系科评鉴，并公告其结果，作为核定调整其教保相关系科招生名额及废止认可之参考。其评鉴会组成评鉴项目、类别、程序、救济、效力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持国外专科以上学历者申请修毕幼儿园教保专业职能课程证明书，应检附之文件、资料认定基准、收费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教保相关系科之学生，其入学资格及修业年限，依大学法及专科学校法之规定。好，我们第六条就照这个修正条文通过。那我们请问一下哈，教保的相关科系只有在技职体系里面有没有？啊？技职体系有没有？有。有，那就要把技职及教育法摆来摆上去，不能只有大学法。技术及职业教育法，那个技术及职业教育法，技术体系是由技术及职业教育法呀、啊。不，科大技术学院也是适用大学法。但是基本上技术职业教育法里面没有针对这个系科什么的，它是针对那个包含的比如说实习啦、课程啦等等那个部分是有规范的，所以用大学法就可以了，是吗？是，确定。好，我们下午2点钟、哦、还有继续开会，不过我们是去那个台湾博物馆它的一个仓库，在南昌街好像1号的样子，因为它的典藏非常的精彩。各位看到都是管前路的，但是你没有去看到他的仓库，那我就特别选自然标本的这些收藏，希望各位有空去，但没有安排坐车，因为很近，所以欢迎大家2点钟再继续去参访，好不好？哦，那本案保留条文另定期继续处理。今天没有临时提案，所以报告委员会本日之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休息，下午2点钟、哦、我们去台湾博物馆，然后去参观，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